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是2:03了哈，那所以请各助理提醒一下委员，可以一起再继续协商。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营建署的预算审查完毕，这样子。好，谢谢。
好，那我们还是请助理通知各位委员尽快前来。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位委员，好，我们就先来继续协商。好，谢谢。好，第三幕，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了，没有，那我们就那个照例了哈。那第四幕，整个营建署的基本行政为止了。第四幕是一般行政，谢谢。那个你没有意见了哈？那我们第四幕也就。我再问一次哦，包括上厕所就不管了哈、哦。第四幕也就没有意见，就、里面有几个是要给那个宴会去讨论的。哦，好，三节慰问金，我们是水电哦，水电费和那个文康这个是不是？啊、哦，这个部分我们都送宴会协商哈、哦。第四幕都是送院会协商这样子。黄昭顺委员说要减业务费这个部分。黄委员，这今天有要讨论无？四之一。其实实在还是气不过了哈，因为觉得说那个整个公园的管理真的是太离谱。写错，就是一般行政。我知道，但是就是营建署的、啊，就是不满营建署啊，就是对，我知道是之一，就是不满营建署啊，对营建署的处理方式非常的有意见呐、啊。我把钱加总一下，是一般行政的钱啊，啊没关系啊。我就是针对这个营建调，不是调工要搞迄个营建署迄、那个，因为感觉讲，伊对阮咱高雄的照顾，阮高雄这几下两位可能常常那个积存哦，无够话欢喜啊，就修理阮高雄的两位都晓得这个哈，所以我想原则上我是可以同意到那个宴会去处理啦，就是大家一起处理，但是我还是要表达意见。那同时，我要对这个哈，我觉得部长这本如果没有送出来哈，我再要看哈。如果看了哈，没看跟没意见，越看跟越有意见的，对吧？因为你们自己看看他排的那个路程跟什么一日游、两日游，拜托的，还没你看温哥荣去到呢，温哥荣去这个，我打搅看，也不是观光手册啦，也是绿建筑。我知影绿建筑，我知影，但是阮高雄真很主席哈，诶，绿建筑上出名嘛，不是这三个呢？我打搅看，诶，他排了一个运动会场，我们本来就知道那个花100亿啦。你因为你拿这个做标的，你其实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人民在我们在建筑的结构上，或者是在那个建材上，是真的在推绿建筑。好，其实黑喜，我想这是额外在讲的那个。大家可以再看看这个手册，这是有一点离谱啦，因为他这个手册里面所介绍的都不是我们可以实际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上是很重要的，并不是真的在推广哈，所以我想这个还要再调整。OK，、啊、谢谢。那刚刚您的那个主决议要不要拿出来念一下？主决议第三个，要给委员签。哦，你先看一下。另外四至二，这个水电会跟公共的卖减。可是水电费刚不是说都送院费吗？这个不是。我想这个部分哈，那个这个主角我是觉得 OK 啦，但是我要请那个主席、我们请署长拨个空到那个两个国家高院去看一下。那天我们高雄市民传了很多，那个千亿啊，我的助理跑下来，
就是现成那个整个受伤过程那种破旧破烂的那些步道等等，我觉得你又把我们伤我们的预算，哎呀，都没处理，说不定咱两个来纠结来看一下。好、哦，要该处理的就是要处理嘛，没有理由说那么多人每天呢、啊，那每天有几万个人在运动的，你知道几万人在运动，弄这个样子哈、哦，好。好，请重视了哈、哦。好，那我们你说四之二，水我们就照例了好不好？哈、哦，就先不处理啊，其他的就送院会协商哈、哦。好，再我们进入第五幕哈、哦，第五幕的部分，我看一下哈。好，我们是不是先有一些案子都不太一样内容哈？哎、欸，就看看，如果说时间还很久，我们基金也顺便；那如果已经超快超过五点半，我们基金也不一定，就看状况了。这一本为主啦，还有一本基金。那就要不然就是从到第六案哈，是整个第五幕的部分，都请一并说明好了，好不好？好，赵伟各位委员哈，第五幕哈开始大部分都是全这个营建的了哈，那五之一呢是对于说老屋建检的效率不佳这个。啊，这个部分哈、啊，那因为目前老屋建检这个还是用鼓励性质啦，所以可能啊，第一年哈、啊，难免就是说啊，这个部分哈、啊，大概就是目前这个实施率是比较差一点。不过啊，这个我们会啊，这个院里蛮重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会啊，在十二月哈、啊，大概会把整个的滚动的检讨的啊的这个老屋建检计划哈，会再报到行政院去核定，来提升啊整个的效率，包括如何跟都市更新啊来这样结合啊，这个在五之一的部分。那五之二是说啊，这个啊刚刚啊这个党团协商过的这个住宅法的修法啊，这个有没有这个邀请相关产业工会啊就啊突然间要他们哈、啊、这个规定。啊，这个譬如说要提供资讯或者要罚款的这个部分，那后来啊，我们也遵照这个住宅法修法的时候，后来也加邀了产业工会，那后来在整个就是一读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相关的条文做适当的哈、啊、简略，哦、啊，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那、再来就是啊，这个。关于这个也都是大部分的住宅主啦哈，就是说啊，整个的这个两公约的这个居住权利啦哈，是不是要照顾啦哈？这个部分，那实际上现在就是刚刚啊，这个共啊，这个党团协商共识的这部分大致哈，在五十三条等这个都已经纳进来了哈，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那再过来。对于中办哈，我们中办啊，今年啊，我们营建署的中部办公室。啊，也就是以前省建设厅啊，所这个啊移拨过来这个业务哈、啊，是有关在营建的部分。那营造业因为这几年是比较不景气，所以我们特别也配合行政院的工程会等等哈、啊，那是不是来辅导补助啊？这个营造业者哈、啊，是不是可以到海外去拓点？啊、哦，可以海外拓点来增加啊，这个他们的啊这方面的啊这个啊营业的整体的一个效益哈、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也没有多少哈、啊，是250万的这部分还是请委员哈、啊、看能够多多照顾。那至于那个啊五至六那个是啊这个是那个各国各哈、啊、委员会的，包括都市计划委员、区域计划委员啊。还有啊，这个相关的等啊，这个还有，譬如说这个海岸，现在这个也都是在这方面来编列这个哈、啊，各委员会所需要的这些委员的出席的哈、啊，他的相关经费，包括现场去勘察等哈、啊，这个大概是1040万，这个希望说啊，这个委员可以支持啦哈、啊，或者这个委员会的业务哈、啊、推动啊，会有一些困难，这个大概到五至六是包括。赵伟是到五十六就，大概我以上这样先说明一下。好，请问各位委员有什么样的那个意见？五十一到五十六，
对团体到国外的是到哪里做什么事，能不能说明？营造业是吧？现在就是说，各营造业哈，现在确实国内的哈相关的这个工程哈，营造工程可能有一点啊，有点萎缩。那营造业者希望也能够政府哈伸出援手了哈。那在这个譬如说啊，往这个东南亚这一方面哈，他们认为说啊是可以考量的方向了啊。那希望政府啊给予一定的哈这个辅导协助等等哈。所以我们特别在这方面编的哈这样的一个经费哈，来协助这营造业者哈能够做。啊，更加的一个发展哈，大概是这样。好，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列了哈。啊，上面的这些提醒就请注意这样子哈。那再来进入到没有那个吗？你不是还有一些那个吗？像你那个冻结多少啊？这里面有写啊，包括那个主席自己都有提案吗？都不冻结的吗？就是51到56。这个是整目的啦，那刚刚他们说明之后，我是没有太多意见，但是他后面其实进入到各节的时候，都还是有一些冻结的要求，我们是不是那个时候来处理这样子？好，那我们跟各位报告哈，5-7、5-8是讲同一件事，是不是？57单独，还有57-1，这两个是一个案子哈。好，那我们先讲这个好了，这是第一节的。我们是不是先说明一下第一节的内容？5-7跟5-7-1。好，5-7跟5-7-1哈，这个是配合国土计划法还有海岸管理法这个的公告实施。那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编列的这个相关的业务会。另外就是一直存在着这个土资厂这个就是这个。为了配合这个废弃图或是有一些工程的这个用途要需要的时候，这一直延续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管理系统下来的这相关的这三个部分的这个业务会了。那国土计划就是说6年内一定要实施，那明年我们就要提出这个全国的国土计划。那因此在这个部分相关的包括执法的推这个执法的定那还有这个整体的一个计划的定那海岸呢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也要定这个整体海岸计划那定完以后比如说海岸的防护、海岸的保护，还有特定区域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业务这个都要推动所以以上大概跟各位委员这样报告。好，5-7跟5-7-1，各位委员，林委员。其实我这边有提到说我们的办理国土跟海岸的部分。那我关心的是我们办理国土，我们的所谓的国土计划法，这部法在今年的5月宣布已经那个施行嘛。那我刚刚也看到营建署这边给我的一个就年度的时程嘛，只是说我看到时程，但我们知道国土计划法未来会涉及到所谓的民间。那如果你这块是划为所谓的国土的时候，如果里面有我们原住民族人在里面的话，你怎么去沟通？社会沟通机制是什么？我要问的是，社会沟通机制有出来了吗？那我希望说在这一部法在所谓的施行之下，然后启程都出来了，那你的社会沟通机制是什么？那如果没办法解决社会沟通机制的话，我担心说就我们的立法院就会常常会有人来抗议，不只是民间团体，或者是我们的族人也会来抗议，你今天围到我们族人的房子了，那你说是国土的，那对我们族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这块署长这边一定要做一个社会沟通机制，我觉得有必要去动一些让您重视这块的社会沟通，因为我们目前是缺乏社会沟通啊。好，不好意思委员。
组长，这一个问题哦，我是七之一里面提到的，其实您应该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当然主要的业务主管的单位是地震师哈，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在这一项，包括这个我们正要进行办理国土海岸地区土资厂的计划，其实我们很希望说看得到营建署的这一项计划里面哈，可以纳入跟考虑到原住民族地区长久以来地目跟建物不合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次，我们要如何让各级地方的政府积极的协助族人变更或更正地目，在这一个国土规划大的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怎样看到对这个部分的关心，这是这个提案想要提出来的。那可不可以也请你稍微说明你对原民遇到这个问题的理解，跟国土计划或这一个这个土资厂海岸地区计划里面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好，那是不是请说明一下？好，针对两位委员，我大概简要说明哈。当然，国土计划法这个公告了以后，不外乎当然哈，这个把所有的哈该保护的哈，大概是四个功能分区了哈。第一个就是国土保育区，那这个部分未来会针对真正的我们国土哈比较环境比较敏感的，譬如说国家公园呐。或是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啦，这一类的土地，我们基本上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划为国土保育区。那如果是属于海洋的，这个我想另外那另外就是一个是农业发展农业资源地区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还适合比较这个对我们这个农粮的这个自给自足政策，我们该保护的多少？那目前大概行政院农委会是提了74到81万公顷的这样子的一个地区，应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住。剩下的当然就是所谓的城乡发展。那城乡发展当然也包括原住民这所有的这个这土地都一并会来这个考量那这方面我们特别是对原住民的部分，我们是有这个在国土计划法里面都有写到，一定要去践行原计划的21条。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会有几方面的一个做法。第一个是不是原住民的区域，这些尤其是保留地的这种这个有部落集中的这个部分，对于他们的建筑啦，或是比较特殊的民族这个生比较属于这个各这个民族的这种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特性怎么样去规划呢？我们是希望说定一个叫特定区域的一个计划那这部分我们也会跟原住民委员会，那当然也会包括跟当地的所有的部落这个部落会议，我们会去跟他这个讨论再沟通，那来详定这部分适合于原住民这个特殊文化或是生活需要的，我们会来定这相关的。那当然包括他们真正的这个这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李委员说的地目建物不符的部分，这个当然其实在去年就开始启动，目前一直还在进行中还在进行中。包括就是说土地使用分区应该大分区调整的，那就该调整比如说部落已经在的，其实就应该譬如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乡村这个发展这个乡村住宅区这种的，我们应该就配合所以这个部分都已经这个在持续办理中那我们跟地震师还有所有的地方政府，当然原住民委员会当然也可以来加入这个部分大概我做这样一个说明那至于刚刚国大使委员说的这个部分就是一样的这个可以更正的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在去年的底11月25号也特别就1974年所公告的这一个的我们也特别这个释出了一个更正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办理的一个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这个持续的办理。好，大概以上。好，主席好。高露委员。好。然后待会林立常委员，然后再古拉斯委员。我在这边要提醒一下署长。你刚刚提到的特定区当时在定国土计划法的时候，你知道特定区是要为了什么目的而设计的吗？它主要是为了将来原住民族要自治，
好，所以当时你们在去做司马库斯的这个有关于特定区的计划的时候，学者台大的学者其实本来是以这个泰雅族的这个流域，好，马里光流域这个部分去做特定区的这设计，但是这里面谈到的是传统领域，并不是保留地。那你如果是要以自治区的这个概念来讲，特定区的概念，其实要谈的是原住民族地区，其实就是原住民既有的原住民保留地加上传统领域。好，那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刚刚说的，如果你在谈到有关于不管是特定区或是原住民的土地，你只限定保留地，那你知道阿美族的保留地有多少吗？从民国八十年那时候彰化边保留地到现在，其实没有到一万公顷。我一万公顷，我印象中是这样，因为加起来总共有四万公顷的申请案，回得到的土地没有多少。那请问一下，你的特定区要怎么去划定？好，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去注意这一点。再来，你刚刚讲的，刚刚延续林立常委员所提到的社会沟通的机制，这里要谈的就是要跟部落依据原基法的21条知情同意才可以。不管是你们要去做的你们要去做的这个都市计划，好，或者是非都市地区的这个乡村好区域计划，都必须要跟部落取得跟部落咨询，然后取得知情同意权。好，好，谢谢林立常委员。其实我要讲的是，除了刚刚我那个署长可能不太了解我整个意思，除了部落以外，我们也知道环保团体很关心，观光业也非常关心。那我们地方政府其实对接嘛就关心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包括您刚刚谈到的，我们是否有一个机制，一个沟通机制出来？今天如果我们原民的朋友比较关心的是哪一块，那怎么去沟通机制？那我们的环保团体的，还有我们讲的观光业的，因为哈，这些都是在所谓的国土计划法里面，可能未来会执行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大家关心的，我关心的只是说，如果我们把沟通机制架好了，至少会减少很多大家的不满，因为没有沟通，大家会觉得你没有尊重到我们的意见，所以这块我觉得署长部长这边一定要去协助完成了。好，我们国家委员之后我们就来处理哈。刚才感谢署长哦，有提到特定区的这个计划哈，那可不可以请你说明？因为以我的了解，目前原住民族地区好像只有一个，就是在镇西堡，还在好像持续的沟通跟推动中嘛。所以他按照您的说法，在整个国土计划的内政部的蓝图、营建署的蓝图里面，留给原住民族的空间叫做特定区。那镇西堡的这个案子目前执行的进度跟成效如何，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您刚也提到去年底开始针对非都市土地这个变更的业务开始开放原住民族地区重新来变更编定村庄村里。那目前有多少的原民的部落提到营建署，而目前整个核定执行的进度到哪里？那我先说这笔预算我没有非常的坚持，可是我很希望说营建署可以提出非常具体的数据，让我们看见说原民在国土规划的蓝图里面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哎，对，那谢谢三位委员哈，特别是这个特定区域的这个国土计划哈，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计划是由原民的专业的朋友还有当地的朋友等等这样子来原则上来拟这个自己的计划，这个就是这样子的精神，本一开始就是本这样精神。那这就是原计划21条大概是这样，那也是以部落的朋友的为主。所以既然部落的为主，刚刚高露委员说的确实啊，是以原民的保留地为主。当然如果说他们是希望说再把传统领域也放进来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没有说反对，基本上是这样。不过这个有我们是会在部落的
相关的这个哈沟通会议里面会征求他们的同意。那现在啊，刚刚这个吴老师委员说了，郑西堡是第一个哈现在的这个案例的哈。那我们也请哈这个在原民会现在会诊大概基本上现在大概有700多个部落由他们来筛选看。对，看看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来哈、哦，这个可以来这个进行。那现在在等待啊、哦，在等待啊、哦，这个我们希望把这个做得好一点、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有关于屏东编定，还有这个郑西堡的一些相关的文字哈、哦，或者说计划内容，可不可以提供给本席？好，谢谢。好，我们5-7，哎，不是，我真的很想提醒署长你的。你对于就是原住民族土地、原住民族土地的概念，可不可以重新再洗一次？因为你这样观念完全是错误的，不符合原基法的精神，而且也不符合当时就是特定区域所设定的这个目的，好不好？再来就是说，如果现在特定区域计划制度还没有正式的，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实施以前，可不可以先启动乡村区的通盘检讨？好，希望你们赶快做。好，我们5-7跟5-7-1，我们是不是冻结200万元，然后来委员会报告后时的动词？这样好，可以的话，那我们就这样子哈。那我们5-8，哎，5-8是我们都市计划的审议啦，也就是审议所有都市计划的业务啦。那这里委员是建议说，是不是等行政院版的都更条例送到立法院以后，那才来动这个的业务。那其实二者是有点有点是那个啦，有点是不直接相关啦，那冻结70万啦。那其实这个是都市计划在审议，因为全国有358个都市计划案哈，通盘检讨、专案变更等等哈，这个相当案件相当多了，所以希望说啊，这个都市计划审议归都市计划审议了，是不是还请委员哈，就不要就是啊这个冻结这方面的业务委员啊。以上，好，请林委员。其实这块是我们也看到说，在都更计划的这个概念里面，包括我们所说的破千户。还是就是有所谓的不同意户的部分，那在大法官解释里面也说我们已经违宪了，而且已经过期了3年了，那却在这个今年的7月份把验版，本来已经有一个草案嘛，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其实署那边我不知道，我据我了解，您也这块在7月份回驳回之后。那还没提出来，我觉得说这块没有做好沟通，您继续推，那还是会有不同意户的话，其实对于关心的团体来讲，他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又要强迫，就是破迁的这个概念。所以呢，为什么我还是下面一样那句话，就是沟通机制、沟通规划是什么？我们没有，又要强硬要去推，推完之后呢，又要有人来立法院抗议。又让我们黄委员生气，就在那边录影，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整个循环就在这一点，没有把沟通机制点出来处理好，就会有人来立法院抗议，警察就会很累，那我们立委就要受到监控。这块署长，那安内连串下来，您这块难道不是很重要吗？这个真的要重视了哈。不过我跟林委员，因为很多大家都在期待那个审议速度加快，所以是不是这一条就是说，请他们就是重视，但是我们不要去动它，要不然它200多万而已，因为会变成说大家案子送来，大家都一直催向他们快一点，他说会影响。那您的沟通机制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整个社会沟通机制呢？我也说明一下哈，本来啊都更在6-7条，我们在第8届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大院台是改为85条，也就是啊增加了19条啊，删了1条啊，修了啊这个大概几十条。那其中违宪呐，或是啊怎么样让都更更好啊，还有这个相关的等等啊，都考量了啊，其实都考量。不过在第8届就是说还有几条，应该我记得是9条啊。这个还是没有共识啊，所以在这样子预决不审啊，所以
这个只好到第九届来。那第九届我们本来也把这样子很快的就把这样子的原条文再送来，不过后来院里面考量说这样也不是办法，因为大家没有共识，继续又送来，那这个也是徒劳无功了。所以现在啊，大概院啊，这个我们都一直要我们赶快来拟相关的啊，该修哪些该修啊，这个所以现在也行政院应该说，基本上要我们能够在下个会期是不是能够啊送院版，然后这个通过以后送到立法院。那能不能在下个会期里面送院版的时候，也把社会沟通机制也配套进来？是这个部分当然会，我们会包括违宪等等这些。立法的过程中都随时把资料送给林立场委员参考。那个不是送给林立场委员参考，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沟通还是很重要。我想这几天我们大概，因为他本来没有提都更，我就不想讲。那我这两天看到几乎已经讲了一个礼拜，说什么都更啊哈，不移转过户，然后房屋税就终身减半，然后法定容积率跟原来的容积率还有很多的奖励，然后还改统一的公示化。我看到这些新闻，其实我心里有一点痛。包括我们上个礼拜在讲说房屋税跟地价税，因为其实这个税已经引起民间一定程度的反弹。而且的确很多人没有办法负担得起，虽然你们说到十一月三十号，可以，自用住宅可以什么什么分期付款，一直要求你们延到十二月三十号，你们也不肯延。那你们告诉我说你们那些都没有办法处理，结果我忽然就看到报纸，全部都出来什么终身免税，还可以终身减税，然后房屋税、地价税全部都可以。那显然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考虑到人民这段时间的感受嘛？所以我支持林立成委员的意见，我希望能够冻结。能，我们就是那个署长这边也说下一个会期会提嘛，那我们这个也没有动很多，就七十万嘛，两百多万，两百多七十万，动很多哎、欸。那七十万，您有一半的时间可以就提出来，我们这就可以解冻了嘛。诚意耶，因为每哎，你对啊，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项目啊，跟你们提的完全不同的。哎，请徐委员动在这里有点不大哈，我们是可以动在这个相关后面的。我们其他的项目再来动了，好不好？这你知道你的意思了。这边我想哈，部长，你我还是希望我们很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啦，因为上一次在讲，包括都更，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听证会。包括我们上次在讲住宅法的时候，你们连相关业者也都没有公听会，也都没有座谈会。我觉得这样子这个做法都完全无视于人民的感受，我是有意见的。哎，徐委员，第一次发言哈，有关于我们都市计划这个部分，因为哦，全国有这么多的这个县市政府都送了我们有一些都市计划的这个方案来哦，所以这个委员会其实都要每个月都要开好几次的委员会，所以其实这个业务费用其实还是冻结，如果冻结就冻结少一点啊。我是建议不要冻结，会这个张飞打岳飞，你会不好啦。对，270几万，你动其他的，我们来支持你动其他的。我的建议是，不要冻结，因为大家都在赶，大家催这个业务，结果我没有把他钱弄住，会被批评啦，真的，来请。我是建议这样，都更这块大家都很关心，我建议未来可以找时间再安排时间，请那个内政部来报告啦。那我建议说，如果要动的话，就后面的是不是找其他后面比较适合的再来动？先讲。没关系啦，这个大家有支持有共识，待会随时我们都可以处理，不用担心哈，好不好？林委员，我刚去上一下厕所就破案了。没有，我们都送院会协商而已啊，没有没有那个。好，那我们五之八是不是这样？好不好？我们就照列了哈啊，但是对都更的这个关注，我们后面找相关适合的，我们来冻结，增加沟通哈。OK， 那在我们五之九哈到五之十五是同一个项目了哈，我们就是不是整体说明一下？好，这七个提案哈，大部分都是对我们住宅业务明年度要编十亿啊，将近三千万的这样的业务了哈。那提案是说啊，已经有两哈，有两个案哈，五之九跟五之十五是一直说啊，都有两税合一的，你还要再编那个十亿多一点的这个住宅基金来挹注到，这挹注到住宅基金的这个十亿多嘛哈。
那其实这个部分现在是没错，两税合一到目前为止，其实啊，第一啊，这个也没有预期啊，没有预期的收了那么多。那第二就是说这个部分啊，这个基本上啊，现在是比较啊需要照顾这个长照，所以说啊，整个的这个的费用啊是啊大部分分给长照啊，这是第一个，这59跟55这样的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说，住宅动向的调查等等的这样的业务是不是还有需要，而且空余屋其实还很多等等。那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是啊，这个每一年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调查，那具有啊这个统计哈的连续这个调查统计的参考资料。我想这个对整我们住宅哈真正的要啊有效的来啊管理哈，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参考资料了。不管是对于这个学术，或是我们真正的实务上，应该哈是请委员来支持。那第三个就是说啊，大概有两个提案哈，是说啊，地方的社会需求的需求量都好，到目前都好像没有明确啊，是不是这个部分哈，这个要在啊考量要编这么多经费嘛等哈。那这个其实在啊，我记得在啊前一阵子的这个啊这个咨询里面啊，这个也有向部长提出这样的一个说啊这个一个说辞哈。那我们啊，这个会后其实都有提供了啊。现在整个的地方的啊，这个四年的社会需求量其实都统计出来啊。那目前也照依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在啊推动中啊。那再来呢，就是说应该考虑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部分。我想现在住宅法的修法啊，让这个原住民所需要的社会住宅更理想化，我想这个在啊刚刚党团协商里面也在啊讨论了不少时间，应该是有一定的啊这个适当的考量进来了哈、啊。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啊，这个要我们部里面的地政司定个租赁专法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定或者要冻结哈、啊？那这部分其实我所知道，我们部里面是在启动了哈。那我们曾经部长在这边也说啊，这个应该会在一个啊这个越快的期限内会啊提出这样的版本啊。那是不是说整个的住宅的这个哈十亿多，包括挹注住宅基金，还有所需的住宅业务啊，十亿多，是不是还请委员哈、啊、还是多多支持哈、啊？这个毕竟对整体的住宅业务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挹注。好的帮助，在协助。好，谢谢。请各位委员发表意见。高路委员，然后我想哈、欸，因为当时我，你要发言吗？没有，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先讲，有关于这个原住民社会住宅，我想我们刚刚协商都有这个共识哦。但是呢，从这个七月份一直到九月份，我在质询的时候一直强调，既然我们在这个修法有提到原住民社会住宅，就必须要针对就是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需求去做调查。那你们当然有做过社会需求调查，可是呢，却说原住民跟其他的身份别重叠。那我想问一下署长，那你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才愿意做原住民的这个社会住宅需求的调查？因为我们有已经定了这样的一个类别跟项目了，好、哦，不要说因为重叠然后就不调查，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推动原住民社会住宅了。黄昭成委员，那个理论上来讲了哈，就是我们当时在做那个所得税法征订房地合一的课税，其实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用在我们整个住宅政策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财源。那我看了这个还是从这个我们的国库来拨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是有意见的。所以整个这样子的十亿的拨补，其实对我们整个的税制来讲是不合我们整个税制的精神，所以我建议要删掉1/4。还有没有其他委员？那请丁委员。因为这个部分我有提到所谓的租赁专法了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谓的社会住宅的政策，还有社会住宅的所谓的社会住宅法的这个部分，都已经前端有做了，可是第二步呢，我们的那个租赁专法到现在还没送行政院这边来做讨论，跟要如何去推动。那我会提这些法其实都是比较重大的法，包括说我们国土计划法，包括说我们都更修条例，
就是 都市更新条例法，那到现在的所谓的租赁专法，因为我都是站在民间团体跟现在目前其实这个租赁专法，包括说房东，我们知道现在所谓的地下经济也非常的普遍，我们也没有去整合起来，那到底我们的租赁专法什么时候会出，那这群房东有没有了解到政府要去推这一块，因为是现在的社运团体还有潮运也非常的关心，他们也曾经到我们办公室来聊这件事，那我的意思是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为什么？所以呢，我希望说在冻结这一块，希望我们营建署这边提出来一个租赁专法的草案送行政院讨论之后，然后呢我觉得是由就是针对这部法的内容向我们内政委员会提出社会沟通的规划报告。好，那请说明一下。那谢谢三位委员的指教了哈。对于高委员说社会住宅在原住民的部分哈，整体性的我们啊，这个现在在推的啊，包括新北市也有，其实都这几个原乡都有包括进来，他们会纳一定的进来。那今天就是说啊，这个社会这个住宅法的修正案如果过了以后，那原民啊，原民会如果有特殊的需要，或者是啊，县市政府如果说啊，这个还有在这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今天这个法条也说会同我们内政部的嘛啊来办理，我想我们会来协助，好吧？那至于啊，我们黄昭士委员所提的这个住宅基金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现有的住宅基金还是有一点啊，这个需要在挹注啊，最主要就是说本来跟期望的两税合一啊，说要这个啊挹注进来，可是现在目前可能是长照也还不大够，那因此就是说是不这个部分是用啊编列预算来这个拨补哈，那这个部分包括租金补贴啊，还有这个社会住宅的推动，其实都相当都还是有需要。那现在目前啊，包括比如说双北市第一刚开始的这个哈、啊，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我们啊中央答应给的这个哈、啊，这个给的这个补助案哈、啊，这个相关的金额还是都要到位了哈、啊，因此就是说还是祈求啊这个能够拨补哈、啊、这样的10亿多一点的这个住宅基金来。至于这个林理财委员说的租赁专法，目前我们的啊这个主办是地政司，整个的版本现在在部的法规会审查中。啊、哦，在布版的等于是审查中的啦，好不好？所以其实都有在推动中啦，啊、哦，这个应该这个大家也有这样的共同啊、哦，这个共识说这个本法有需要啊、哦，我们也在这样推动。主席，我还是反对这个预算这样子编列，因为这个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不应该头痛去医头，脚痛去医脚，因为这个部分那个整个房屋和医税。当时这个税制就是要用在这个上面，没有理由说我们要用在这个上面的税拿去做长照，长照因为从另外的财源去处理，然后又用国库来处理，那长照就用国库去处理就好，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部分的科目这样子来转移呢？所以我想这是不应该这样子做的，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因为我们当时整个房税合一的整个的税制的精神在立法的过程当中就非常清楚的全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长照的部分他如果用国库那就用国库去处理，没有理由把这个部分的钱拿过来然后再拿去做长照，然后我们再从这里用国库来处理，所以我本席希望这个全数要冻结了。哎，请部长那个好跟林委员跟黄委员说明一下哈、哦、那个租赁专法的部分哈、哦、应该下个会期就可以送过来、哦、那大概都差不多了，本来卡住两个地方，一个是跟民法的租赁篇民法再篇各论的租赁篇之间的法理上是不是融合，那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财税减免的部分、哦、我想大家都了解租赁市场不太能够活络，中间有一部分跟税有关系，那这个部分现在也已经慢慢有一些突破出来，所以租赁专法应该是下个会期啊、哦。我们刚才署长讲的没有错，这个应该就可以赶快提出来。
那至于黄委员哈，黄委员刚才一直在关心的，就是我们现在编的这些经费哈，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如果能够其他的裁员，包括两税合一啊，其他的裁员，我们当然能够挹注的话，当然是最好啊。但是国家财政有国家财政考量，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也相当努力哈。那现在我们编的这些钱，其实是作为啊，现在各县市在推动社会住宅它的起始的经费啊，它的起始的经费。那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对地方政府做很多补贴，基本上是做这些。那本来我们就已经很难得能够有这些啊预算，那如果不能够去争取其他的，那如果又砍我们，那我们变成是啊两边受害。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现在住宅法通过之后，那同样的啊，我们未来的推动其实并不是常态性的靠公务预算编列哦，我们有一个融资平台哦，我们未来的做法其实是因为它是只租不售哦，未来它是只租不售，我们的整个社会住宅是这样，那所以还是请委员多多支持哈，那宜动不宜删哈，还是请委员们多多能够帮忙。好，哥，那个主席，我觉得说。必须要冻结一些。那您有提出来，我们会解冻嘛？反正你是加下。您如果是下一个会期真的会提的话，您怕什么？我又没有要删，我从头到尾没有要删。我知道这三步法的重要，如果大家都认为重要，就要冻。OK， 那个这是第一桶金啦，那黄委员的，你刚才他有在跟你说明啦，就是说那个，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立法院拿那个基金的预算那个过来给我看，那是赖瑞文提出来也是要冻结，但是他的冻结数并没有那么高。那其实这个预算不是不管是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其实都一样，就是我们在整个立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税基要用在什么地方，其实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我们的财政上做这样子的移拨。因为很清楚，你今天把我们应该用在这个上面的钱拿去用在长照，那未来长照你就可以从国库去处理嘛？为什么要从这里来处理？所以本席建议，因为你整个的方案包括未来要怎么做，那你如果从这边拨弄过去了以后，那为什么长照不从国库去处理？所以我们来足以冻结了，好不好？我们我是希望这个要冻结的，第几桶金都一样嘛，部长，因为不应该编在这里的预算，理论上应该要全部删除，你应该从那个的税制来处理的，就不应该从这里来处理。哦，这个哦，因为他是这样子编下去，而且马上我们要启动社会住宅了嘛，好，那所以但是要启动，你还是必须要照那个税制来处理。我，嘿，再请赖委员。啊，主席，那个所得税法的规定是这样啊，就是说，循预算程序用于住宅政策及长期照顾服务支出啦，所以住宅跟长照其实都可以支出啦，并没有说一定用于这个。那我觉得因为这个也是确实是社会住宅大家高度关注啦，国人每个都高度关注啊，它的第一桶金，我也倾向能不能就是冻结部分啦，啊让因为刚好，啊，对，然后不影响到整个政策上，那等到整个再说明清楚之后再行解冻，那这样也达到了黄委员大家要的目的，那也达到整个法令政策的目的，好不好？两个都可以是没错，不是我们的是主要是要用在这个上。我找隶属了，我今天黄委员在供料，有点误导，就是说好像是这样编是长照不能用，没有，本来就可以用了。啊，你去保人，你讲我要基于监督了，那个冻结瓦解，这个都可以讨论。我们这样好吧，我们冻结2000万呢，然后必须来这边报告时的动资，好不好？2000万太少了，2000万十分之一的，我本来是要30%全冻哎。我看这样太多了，这样会造成说，地方政府会昏倒，真的。政府不会倒啦，那政府来倒，我多投一个啦。我是因为我的行动啊。各位，因为这个社会住宅确实是重大政策啦，也是国人高度期待。我是比较倾向冻结，但是不要太多啦，啊，如果十分之一
降一亿嘛，哦，这个确实也是蛮高的一个金额。要不然这样，再少一点，然后我们冻结那个3000万，好不好？就是说让他有一个警惕，然后又可以，那个，请部长技术来报告了，好不好？这个部分请部长技术来报告。好啦，真的啦，5000万，到5000万，我最大容忍度。这台容忍度，啊！你学不来，你出去吃饭，你学不来。你外公你也没有。好了，我们这样了哈，就动五，动5000没关系。那个主席，我可不可以附加说，这刚刚这三个案提出报告之外，请提出社会的那个所谓的沟通机制，一定要配套进来。因为我提这些不是因为要去挡主管机关做什么，我只是替我们政府担心说未来的所谓抗议不断，那我希望说这个要附进来社会沟通机制的计划，要出不管社会住宅国土计划还是都更计划的社会沟通机制都要出来啦。好，刚有讲啊，就是说就提出来就好。好，那我们就冻结5000万，然后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后续的动支。好，好，第16案开始到最后都是同样的那个16案到26案11案哈，都是我们城镇风貌的补助啦。啊，城镇风貌这个行硕计划的补助，那明年是有13.5亿啦。啊，那这个历年来都是来补助啊，22个啊直辖县市哈。啊，这个做哈，啊，这个在啊相关的这个哈的，啊，对于啊重点地区哈，啊，看看可不可以啊让我们的城市景观更好哈，啊。那这11案所提的大部分都是执行效力的。那执行效力其实啊有一些因素啊，这个也是在地方政府了哈，啊。不过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历年来哈，啊，也不是历年来，这些年来哈 啊现在经过这样子的啊。等于是滚动的检讨哈，这个执行有时候会有点偏低哈。那其实这几年哈，应该都可以在90%以上的执行率哈。那是不是还是请啊所有的委员支持啊哈？因为这个对地方在这方面哈，他们的预算也不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适时的给予这样的一个补助哈，是有它的必要性啊。以上。好，好，请问各位委员16案到26案，大家的看法？啊，城乡风貌的啊，总金额多少？啊，13.5亿。啊，13.5亿，我看了哈，这个直辖市少一点呐，啊，16县是要多一点呐，啊，这个拜托哈，冻结一个看多少的市值专案报。台北市太有钱了，新北市那些，台中市土地一变更就有了啊。我们那边又不能重挖，对不对？你看部长一直摇头了，所以直辖啊，不是一直点头啊，一直点头啊。哎，请大家，请大家我们拜托。这个补充一下啦，那个像高雄其实是跟县市合并啦，市看起来还 OK， 但县的部分其实我一直讲，这个好高雄市没有大家想象中来的那么状况嘛。啊，另外预算部我还是希望能够加强未来的那个执行力的部分，好不好？啊，整体预算上我们没有特别的意见了哈。好，谢谢。黄委员，那个其实哈。我提这个案的目的啊，是要警惕他们呐，啊，因为这个城乡风貌哈，但是我不太同意陈超明委员讲的讲法，因为不要讲什么了哈，那个赖瑞文委员刚才有讲，其实我们原来的高雄县远比苗栗啊要凄惨多了，好，啊，那包括我们上一次我们到美浓旗山去看过那个什么，整个为了那个八八水灾之后，但是到现在也都没有验收，那表示什么？表示他整个的执行力是非常的低，所以我提了这个整个资料出来，我请那个营建署把这几年的补助的细项给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整个的执行力那么低的状况下，我觉得这个部分必须要那个主席啊，我们冻结的部分请他们来做专案报告。好，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补助以及给予协助等等，
都必须要公平、透明、公开，而且那个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好，如果这个部分不能够处理的话，那我主张，那就干脆删除嘛。好，就这样子啊。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冻结5000万，然后必须这个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后的通知。冻结5000万有一点点啊少呢。5%是多少？那就5%。冻结可以再少一点吗？他认为5000多，我认为5000太多啊。他认为5000少嘛？讲5000，我说5%啊。5%啊，5%是6500多万吧？6750嘛？不是啊，如果我是认为说不要动那么多啦，如果真的想动，那就给我们彰化多一点。好不好？主席，我可以讲一下吗？因为我有提案。我想没有要删的。那个署长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他的执行力为什么那么低吗？因为如果是13亿多，那在您104年执行率才38%多，表示您的花的钱根本没有那么多。就算动嘿啊，就算动1亿，你嘛开不完啊，因为恁执行才38%外尔。无啦，陈昭明，你学别讲啦，我讲者。这个哈，你像去年哦，去年你动了1亿嘛，哈，啊，你动了以后，你看那整个执行还是这么高啦。城乡风貌这个东西啊，你与我了，那个我们这种偏乡哈，我这较睁开来看哈，有时啊，恁较从容，冲那条人行道，有时啊，恁钱落来，我都唔是要爱做，顶多要爱，你赶紧给我钱来冲啊，恁无爱嘛，要城乡风貌啊，你着较从的人行道风貌是要水对，我都看无，你知唔知？啊，所以是不是连这个人行道，你们这个去年动了1亿，都已经执行率这么糟了，所以你唔敢后边做别行，是不是呢？啊，无恁主要问题出一堆。啊！我收掉你先，你收掉你先，讲说明讲咩？你这条都爱讲王听的落呀，因为你去年你都动一亿噶嘛，对不？啊，你个冲了无好，你起码应该讲5000万，我都还觉得合理的。我跟你讲，啊，我就讲要听看嘛，理由是安怎？嘿，对了，这个眼泪啊，这个委员报告者哈，因为伊程序是安尼，是由乡镇市，哈，乡镇市提出需求。经过县政府核定，他愿意说提这个案，好，因为你如果说没有经县政府来这个会诊的话，他也许会啊，大概有些啊，这个可能比较这个优先的，他没办法考量。完了以后再提到我们内政部来啊来审查啊，那内政部当然审查基本上也不会说给予什么大的刁难。那现在就是说整个的需求还是由下而上。是由各乡镇市他们的需求，那我们审查是审查什么呢？就是说，刚刚庄委员说的很好，你不要做那些无为不为啊，你要做一块的真正的是刀口的啊，你莫做一些无为不为。所以现在微完哈，审查委员会跟人讲说，啊，你这做这些都没意思啊，啊，这一下就坏掉啊，什么你，譬如说你有时候木头的现在一下就坏掉，你为什么不改为石材？什么等等，这个我们都跟他审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如果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市，他提的慢的话就慢。那为什么他提慢？因为现在哈、啊，这个乡镇市有时候啊，这个也要汇合民意啦，啊，有时候这个民意说，哎，这个提出来到底哪一个？哎，确实哪一个快会比较重要？因为各乡镇市说真的有两个提案都不错啦，我们这历年来哈、啊，比如说啊，这个以屏东市来讲啊，有两个案已经不算是不错了啦。啊，那你不能说，这屏东啊就全部占的屏东县啊，哦，大概是这样子是情况，所以这个有这样子由下而上的这样子的程序上，难免会 delay 一下。不过就是说，我们也学到啊，这个怎么样去把预算整个执行好一点的，譬如说去年没有给的，哈、啊，没有给的，哎，到最后我们啊，这个就哎啦，唔就给淡薄的，讲看不给你，好你先。哦，是不是提过来的？安尼好，安尼我听你意思。我今年卖给你标，我到今年我做等下我甲每一个乡镇，甲叫乡长来，大家拢甲报营建署。哇、哦，安尼到时你拢讲不，我讲不，啊，到时人不，到时人你讲标诶，哦，那就你们自己的问题哦。要调调了，啊，执行力又变那么糟，哇、哦，就中央跟啊你们主管机关跟地方那落差不要那么大，哦，好不好？其实这个问题啊，要怪营建署的。哦，怪他实在没有道理。
因为第一个，他是乡镇公所报出来，他有配额款的问题，还有土地的问题，还有这地方各种意见，乡镇公所有不同的派系意见里面，哎，都要给你预算雕啦，那一些都出来了，啊。其实我了解营建署的审查是很严格，但是到地方厂长是走样了，所以这一点尤其啊哈，非六都以外啊，当然也包括高雄市，你晓得你们以前高雄县有很多地方也类似苗栗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要来怪他们，其实都很困难，因为主审是在地方上的，还有地方配合款派系不同，不一定给你啊。哦，是跟大家诶、实际的情形做一个报告了，都体谅我们那一些了啊，动我是不反对了，不要动太多了。赖瑞龙委员，好，这个城乡风貌的计划跟后面要谈到的生活圈道路计划，其实问题上都类似的，包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配额款，好、哦，就刚刚讲到的有些不要，那包括土地的款，你像有些这个部分，有些涉及到土地的款项更高哈、哦，所以其实我希望部长这个也会花一点时间呐、啊，就整体的这一套制度哈、哦，包括城乡风貌，包括生活圈道路为什么它的执行的状况不好，而且用在有些部分其实大家也蛮多，我觉得部长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那也许再思考一下制度上面怎么去让好的一些案子能够上来，那甚至达到效果，不然以现行的这个制度我看几乎都是遇到这些问题啦、哦、就是刚提到不管是地方的配额款，你钱要给他的不要，他配额款他要花了不少的配额款，或者是可以的，但是地方的土地的费用更高，要花更多的钱，所以啊，往往造成一些案子反倒都一些不是那么适合的案子、啊、所以我建议可以冻结啦，但是我建议说部长还是整体统筹去思考一下，这两笔钱如果能好好应用，我认为对会整个台湾的一些各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些进展。好，我来个共结，因为今天哈，这个可能你像比如说你现在城乡风貌你规定是规个乡镇的区域嘛，对吧哈？是不是啊？你规个乡镇嘛？对，冇，冇，是不是？不是，对啦，啊，就等于规个乡镇嘛。啊，我的想法就是讲安尼啦。比如讲，你做从哪面啊开始安尼讲，你做乡长，假设你甲你讲级数一数啊，乡长你咧做啦。有时啊，我你这个计划出来，我都唔免创个规乡嘛。我为什么计划要那么大？无啦，你要讲补助对不对哦？你规个，而且你那个不是只有一年度诶，你也冇跨数年呢。您起码上限多少钱？2000嘛哦。是无唔对嘛？啊，所以我甲你讲啊，迄种骗人的啦，打那话乌白话话啦。我很不想在这个地方留下记录，讲你们那个弊端而已啦，你懂不懂？那哪天我又嘛，书记你都想清楚了，中间还有前客嘞。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讲到这个我会生气啦。那卖冲一路遐大诶，哎，得爱特定的人到，我都来冲这个计划啦。选举选调做乡长的不遐搞啦，搞不定我讲这个最实际的啦，他哪会懂那么多啦？你给他钱，他搞不好他的计划，你就叫他去规划那个，他不懂啦，你知道吗？伊就讲你的钱，我无想要做甲遐大啦，我只欠啥欠啥，我来就好啦。恁这个执行的哦，这个拢精英式的垄断呐，这个我在地方上这样看哦，那计划小一点不行吗？对吧？所以我感觉唔好安尼从，哎、欸，有时啊，我感觉一个城乡的风貌，我哪敢做较小地区的，我甚至不用到2000万呢、啊，不是吗？啊，弄到最后就变成说造成啊，国公我来跟恁教，我来讲，我讲恁这内底有弊端呐、啊，哎、欸，卖安尼从啦，真正啦，恁安尼永远迄执行率拢足低啦，你知不知？会形成有买办在里面啦，这不对啦。如果真正要照顾地方啊，你讲疫苗力啦，对一个乡镇啦，哎、欸，我都差不多，我四个钟头我都要创一个啊、那個，我是让大家创到几个乡诶。张伟，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啊，哈、哦，难得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现在要讲，其实刚刚那个，这个大部分是只有立法委员比较晓得，立法委员会找乡镇公所。会，我教你，你跟乡镇哪里最重要，你自己要亲自看。因为乡镇有如你讲报来，还有软实报，你都卖个同意，这个我们要有责任。其实很多乡镇公所不懂，是我们自己审查预算的哦，刚好有这个项目，只要在都市计划内的哦，你就跟乡镇长讲，做有用的地方。
那你讲的乡镇公所有些拿来报一报，你们一定要自己去会勘一下。你们这种教啊，这不能选择。这乡镇公所人因家己要主导队，因要主导起来，不是要立法委员用的，你干嘛做啊？不是要立法委员用的，不对。但是我们要去看，其实他们不懂的地方也有很多啊。我乡镇公所我们都很了解，所以他报过来几乎要通知我们才有办法争取到，但是我们都一定要去把它看，你这个做下来有没有实用，有没有实效，实际对地方帮忙很大。其实这个预算里面我也跟大家是给我们立法委员到每一个乡镇去，也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啦，但是不要给乡镇公所一公下面走下面。我要改变公决时代，像在苗栗县我辖区他们要哦，你怎么做我都要亲自去看一下，你到底是讲真的还假的，那你的计划会怎么样，这样子的流失比较好。所以刚刚有说执行力的问题，我们都要设法去解决，譬如他跟县政府不好，我们就要去协调沟通拨给他们配合款那些啊，有的没说话呢啊，你屏东县跟别人管三管，彰化县也一样啊，直辖市的时候现在是改为行政区由市长直接派的，就比较这个问题少，所以你就委屈了啦。哎，直辖市我们赖委员、徐委员讲了，我们就要处理了哈。来，哦，对不起，洪委员讲错了，洪委员。我想哦，那个从5-16到5-26嘛，哈，是城乡风貌的这个部分啊，我是没有简列。啊，也是动最少的，我只有动200而已 啊，这表示说我们彰化县齁应该是蛮需要的啦齁，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齁，我请问一下齁，因为我想这个计划他们应该是假设是106年度的，应该是105年度就有提报了嘛，你们应该是也有竞争也有审核嘛，这些都是你们有内部这个审核的机制嘛。那我想问一下齁，你们106年到底有审核的通过的有多少，一定你们已经有先准的，一定有嘛？那像我们是内政委员啊，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资料哦，106年已经有准的，可以先提供给我们，这是第一个部分了、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哦？那是我个人要的资料啊，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想很多委员哦都很关心嘛，从102年开始，103、104到105，甚至106，是不是把这一些有在我们彰化县的这个资料提供给我哦，好不好？好，谢谢。那些资料再请提供了哈。那再来请徐委员。主席好哈。有关于我们城乡风貌的部分哦，因为部分的这个县市政府发包延缓作业的部分，所以让绩效执行落后的部分哦。但是因为这个必须要考量到我们刚才署长讲的，因为是由乡镇公所报上来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还要考量他的财政有没有办法配合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有时候地方的政府他要再去找钱，所以会延误到部分。那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财政比较困难的这个县市来说，其实这一笔预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在这里我也建议营建署在这个专案里面呢，如果因为他地方政府要去找钱嘛，那所以呢他有时候这个发包的时候会慢一点，所以是不是在跨年度的时候，这个既然已经发包了，就让他继续来做，办保留，让他继续来做，来做到好，不要说啊，你年度结算的就把它拿回去了，这个部分好不好？在这里，那我是支持冻结少一点啦，不要冻结太多啦，嘿，那可以来做那5%吗？男主是6700多万、啊，会不会太多？来冻200。我支持，嘿，好，洪委员那边嘿冻结。200万了，主席，这个无关说哪一个地方比较便宜，哪一个地方少多少钱，这个无关这个。其实有时候要叫我在这里讲话，有时候我就要讲重话，因为有很多我知道拨了款以后，甚至于到现在没有验收，我现场去看过，包括今年我都还去看。我觉得这是执行力的问题。而且这是整个是不是公开透明的问题。去年动，我记得去年动的数目远比这个要大高很高。那主席坐在那边一直讲，我觉得如果动200啊，我干嘛这么糗呢？这个真的非常好笑。就5%啊，真的非常好笑。我本来是主张要删除的，这个也跟各县市政府的财政预算是无关的，因为我们希望城乡风貌做得好，没有理由城乡风貌是做到。它的执行力是这么低，而且甚至于很多没有验收的，
这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能够把补助款动作拿卡按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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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压压，我们不管他给的钱以后不管他的到底做好的没有，所以我讲我本来是想要删的啦，那你们说冻结，我已经退到这种地步，冻200，那不会干脆全部都给？好了，你们的那个彼此都了解一下。那个黄委员，冻200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刚刚一直强调是我个人的，并不是全部嘛，那也是大家一起谈啊。我有功能把是我提啊，对。这个意见大家都是平等的啦，因为很多委员认为动太多会影响，啊，有人认为不动多一点会无法监督，所以我们就动5%，好不好？已经比去年少了哦，少很多了。哎，哎呀，啊，这是6700有多哎。主席，我们就5%。我觉得可以的，5%。好。但是有刚才有发言到的都要加码啦，对不对？彰化啦、花莲啦，哪里？高雄啊，对不对？好 ，OK， 那我们就这样。其实主席，我再补充一句话，我尊重你说动5%，但是我希望就是已经下去，因为我现场去看过，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也去看，而且是我去到一个乡下的地方，他们说委员，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你一定会觉得很压抑。我说什么事？结果他们告诉我那个状况的时候，我都傻眼。我觉得我们政府的钱怎么会是这样花？这很奇怪，你知道吗？抱歉了，那个洪委员，谢谢你支持。好，那我们，我想刚刚那个黄委员提到很多，说没有验收了，到现在状况都很惨的。那营建署你们知道吗？是不是可以你们了解一下嘛？把这个资料给我们啊，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没有验收，做的0066的，这个要让我们知道啊。好 ，OK， 没关系，你们每个月的检讨状况要让我们知道嘛。好，请资料请提供了哈。那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进入第六幕。不用吗？第六幕很快。要不然不用哦，可以继续吗？要不然想要洗手间的就自己。我尊重各位。好，大家想要那个，好吧，那就继续啊。那就第六幕。第六幕的话，第六幕就是1到5都是花东永续的部分，对，你先，也就是花东永续发展计划啊。那这个1590万元是明年度预计补助哈，这个花莲跟台东啦啊这两县的啊整个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哈啊这个经费啦哈。那目前这五个案，大概委员都是说啊执行是比较差一点的哈。那这个。这基本上还是也涉及到，还是跟要跟啊、一样哈、刚刚跟那个城乡风貌一样，是由啊这个下而上这样来的啊。如果是有这个预算执行比较差一点的话，我想哈、我们会会照刚刚啊委员所提的这个再来哈、这个检讨改进哈、整个的执行效率哈、好，以上大概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部分还是蛮重要的？好，花莲跟台东这两个县来请、徐委员。这部分哦，因为牵涉到花东两县哦，这花东两县对于所有的经费预算其实是真的非常的需要。那这个部分是应该是我们社区营造的一环嘛？好，社区营造的一环。那如果说它执行率不佳的部分，为什么执行率不佳的部分，是不是我们营建署可以加以辅导？因为社区营造的部分。我在想，我们这一块应该是在做空间规划的部分，那空间规划的部分就需要比较专业的部分，所以如果可以让专业人去辅导社区营造这一块的话，那我们的咨询率应该会更好啊，好不好？好，那不要、建议不要删减，不要冻结，因为经费不多嘛。好，刚才讲到执行率低哦，就跟这个城乡风貌这个一样哦，有关于这个县市政府执行的情况，就可不可以请营建署提供，包括过去这三年从或者说从这个计划开始有哈、那每一年的预算的执行率，以及你说你们每一个月都会盘点整个这个进度，那到底最不乖的是哪几个计划，而且都卡在哪一个部分？是花莲县跟台东县的哪一个部分？请你们给我一个给本席一个清楚的这个
表。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除了有养生休闲之外，还有人才通东移，好，这两大计划。所以我想请问营建署的是，我们鼓励人才东移，那么过去这几年以来，大概东移了多少人？好，那你们自己评鉴自己绩效的指标是什么？好，除了这个我们客观看到的人数之外，那是他带进了多少人呢？还是创造了多少营收呢？哦，你们自己的这个评鉴绩效的指标是什么？那第三个就是，到底一个是比较大的这个政策推动方向的讨论，我们说鼓励人才东移，那到底是鼓励大家移居，好，东移比较重要，还是其实要鼓励返乡比较重要？我知道在你们的东移计划里面也有年轻人返乡，但是可不可以请你们说明，那到底是鼓励东移或鼓励返乡相对是比较重要的？那本席当然认为我们非常欢迎非常西部的非花莲或台东的朋友进入花莲台东，但是其实在地有更多的声音是希望可以提供已经到外面工作的年轻人可以返乡。那第四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刚才也感谢营建署哦，有提供给本席非常详尽的资料，那我们有看到你们核定补助了一些计划，但是也不予补助了一些计划，能否清楚的说明你们补助跟不补助的标准是什么？好，那我们林立常委员。好，其实我提这个也是一样啦哈，执行力的问题。那就像Plus 委员讲的，所谓人才东移的部分，那讲白一点，人才东移到底是要青年返乡的东移，那你如何让青年愿意回去？那我觉得说，我们中央这边。执行力低，是不是我们某些时候在辅导地方方面有没有一个辅导团队进去辅导地方，让地方知道中央到底要什么？讲简单一点了哈，光一些文件是否符合中央要的，这些都需要有辅导团队去跟地方政府去做沟通。那我觉得 我自己想，或许是很多辅导面向没有进去，让地方没有符合中央的东西，那地方愿意去做不一定有能力去做。那第二个是我们的人才东移的部分，如果是我们目标族群的人才的部分是青年的话，我们有如何规划让青年返乡？他为什么要返乡？他为什么要东移？你没有理由光标一个东移就可以去推动了。其实我们近年来的东移的人才到底多少？那这群人我们如何辅导他在地发展，他才愿意？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说，营建署这边既然有这样子的计划，其实我们觉得说我们花东那边非常美，那如何去推动？我觉得营建署这边一定要配合地方政府去做推动。那个高路委员，嘿 ，OK， 讲完了吗？高路委员，然后是黄委员，这样。看到这个案子哦，很巧，其实我在花莲地区带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刚好就是承接了这个养生休闲人才东移计划。那你们在计划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一开始是要盘点地方的资源，我这样讲没错，然后再来就是促进媒合，最后是希望就是能够创造人才回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可是呢，其实这群年轻人接了这个计划案之后，第二期就没有办法接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地方的乡镇公所不想做。哦，他们不想要揽这样的一个责任在身上。那你们既然也有辅导团队，可是没有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跟在地的地方政府做出这样的一个沟通，导致你提出了这样的美意，最后都会被打折扣。年轻人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计划觉得很开心，他可以利用这个计划盘点在地的任何一个资源，然后协助政府做出就是人才东移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可是没有办法，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们的目标也不明确，因为你们下来协助的人也没有办法跟在地的政府、在地的地方乡镇公所沟通。还有玉里曾经也接受了
哦、也曾经承接这个有关于人才东移的这个推动计划，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是义理政工所把它收回。哦，里面有很多的环节，可能是你们在营建署在上面没有办法看到的。希望你们好好的实地的去在地去看到它真正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好，谢谢。好，黄昭顺委员。其实我看到这样的预算哈，我有一点点难过了哈，因为营建署已经有做这个花东，人才东移的一些计划，那结果我们全国这一次，如果我们要重新划定这个区域立委选举的话，我们高雄是少一席的，所以我们的人才，我们的人是一直往北移，那包括那个庄瑞雄屏东的人也一直在减少，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要弄一个人才往南移的一个计划？我觉得你们所有人都跑到台北来，那我们南部要怎么办？光讲说，我们明年就显然我们高雄就少一届，我们下次就少一位立委啊，所以。主席啊，你应该深有同感呐，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样的预算，到底它的执行的效率，而且它的效率很低，那我们到底要不要重新检讨，还是要把它改成花东跟南部地区人才的培育？我现在应该要处理哎。好，这个我可能想你了。您那个直辖市啊，您有较低淡薄啊，哈，持平而论。啊，这个花东哈、哦，为什么这个东只是解释叫做台东？为什么不能扩展到屏东？啊，偏偏侬嘛是、啊、那个地理位置有点连到。我开玩笑，你唔要笑了，你陈高明，你是干人个笑啥？你的双窟到八乡镇，你敢来我几个？我即摆17个乡镇啊，过来从化减一色了，我变21个乡镇呢。我都一定减一些个呀，我人口大量流失啊，我搁减要70000多人啊，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哈，我们营建署这边、内政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一个好事啊。但是这个常常都是配合社会的氛围而已啊，那个具体的成效在什么地方？大家拢希望讲哇，人才要返乡啊，你也讲了这個。台北市啊，高雄市啊，已经该叫啦。什么人才到哪个返乡？人才到啊，大伊个在地啊，大伊个城市，跟发展无就好。那站在我们这种偏乡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区域的发展失去均衡，你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人会当真正转去。你讲花莲、台东因足重要，我屏东我看了你这个预算，我想要流烂嘞，对不？我们那边也很需要啊。所以我看安尼啦，那恁若执行未了吼，那个东把它扩大解释，包括屏东啦、啊，安尼应该都。是啊，无啊，无咱你都开袂完哩，即摆你讲执行的问题啊。所以我发跟你这个砍拖的呢。我咧跟你砍拖，啊，你我咧讲的熟悉啦，是讲你也无比阮较好个啊，你那嘛散屁屁，你那拢学别做哩。我那学别做。你苗咧想学别创的啦。我那学别创。你破产啦！你去敢讲？你去那破产啦！你。我们是扩大建设计划呢。你那是扩大建设的循环呢。切西人，你是我们这次做了以后的话，就少做了很多了。你无你个对钱，你乌白偷，当使乌白开去的啦。你知不知道？啊，无你明仔日破产，你要谴责啦你。什么谴责？我明仔日破产跟这没有关系。嘿，你哪个搞很多？那个花东就是花东，定义要清楚。而且许署长，你包括屏东啦，你知不知？嗯哦，好，我这个案哈是由我们署的城乡分署哈来这个主办呐，我是请那个分署长来。啊，这个做综合说明好吗？好，谢谢。各位委员好，感谢大家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我们必须承认哦，就是说这个案子呢本身的条件就不是很好执行，因为呢他所创意的呢，他是希望呢不是发展那种高度开发的那种产业，他是针对当初锁定就是文创、农业、精致农业跟这些观光旅游等等，所以这类的呢休闲对，那这部分呢基本上呢在花东，我们认为它是符合它的一个资源条件，但是呢目前它的产业的背景在这方面很弱，所以我们希望引进一些年轻人回去做这样的事情。至于这个年轻人是原来的在地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都会地区的新的移民，
我们坦白讲，我们没有去设定它，因为我们认为说，只要是人才有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值得鼓励。所以它基本上是创造一个软体哦，所以我们基本上连这个这个老屋啊，让它活化，甚至一些做的一些经验呢，我们做成一些网站去推销，它有哪些的产品等等，这类都是在我们目前架构的一个里面哦。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经费我们是需要由县市政府这边一起来谈好之后送上来，所以这部我们会再去了解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县市政府它基于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常常会被我们的督考了，所以它有时候会做到后来，他会觉得压力很大。那可能有刚刚提到的这个状况啊，我想我们会来了解一下，用什么方式来做一些处理。哎，好。我说这个案子哦，通常就是他可能透过县市政府，然后再把钱拨款下来。那你地方的年轻人，你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个年度都已经过一半了，然后大家就是要急着把这个案子做完。好，问题这是其中一个。再来就是你这个没有一个很好，没有去把这个时间调整好的时候，玉里的奇克邦当时本来就很有条件在地做一个很活跃的团队，因为你们这个案子他们被拆解了。为什么？大家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有压力呀，好，压力非常大，才一个100多万，好，才一个80万，就搞到一个好好的本来正在萌芽的在地团体被搞垮了。所以我希望就是你们，如果既然你们要做人才东移的推动或者养生休闲这个部分，好好的去协助好不好？那个徐委员。主席哦，其实这个部分的经费哦，其实跟我们很多的经费是有点重叠的啦。您刚才讲，因为我们这个是做社造的部分嘛，哈，然后跟我们的水保啊，哈，水保在做那个也是在对农村再生，对，那个我们有区隔啦，对，其实它是有区隔的，但是呢，因为你社区发展协会要接的时候，其实它会从容易核销的先做。好，那所以在这边，如果我们要真的很落实的话，我们真的要去教育我们社区发展协会该如何去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做空间营造或者是在做软体的培养的时候，其实要告诉他我们城乡风貌这一块要怎么来做嘛，这样才比较好落实，他钱也真的是用到点上。好，那所以我是希望说，如果能跟这个地方政府还有各乡镇公所，我们把社造想要去申请这份经费的人，大家会同在一起来上一次课，说明会一下，这样子会比较好，而且绩效应该也会比较好。好，那可以把很多的像文化部的经费也有，也在做社造啊，水保局也在做，它才区隔开来嘛。好，谢谢各位委员哈，时间关系，好，郭亚慈委员好，请。那分署长还没回答我其他问题耶。对，刚您提到那个指标的部分，是不是容许我们回去整理之后呢，再提供给您参考？没有吗？多少人？我们去了解一下，应该是要有。我们就说有多少人已经在这边在我们的辅助计划有回来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那个指标的部分啦，您刚刚那个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些整理。至于刚刚提到的有一些的辅导团的部分，我想我们已经有辅导团了，而且我们有驻点人员，这部分我们在强化。可是经费因为整体不够了，就1000多万，所以我们里面这一块我们会来强化。至于执行的率的部分，我还是要说明一下，因为103年、104年的执行率确实非常低，可是因为那时候那个计划才刚核定，这个计划是103年的行政院才核定我们，所以当初呢103跟104是一起来做，所以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经过我们努力之后呢，103、104的案子已经结掉了，都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105年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累积执行率到 80% 了，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尽量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啦。那后续的部分呢，我想我们会配合做刚刚的意见呢，我们会来再跟县市政府这边再来加强他的一个联系哈。以上。等一下我再追问，就我刚刚另外一个问题你还没回答，就是到底要鼓励东移还是鼓励返乡？当时的这个政策选择，包括未来，他说没有特别区分，这样。他刚刚我知道，但是我现在的意思是说，那内政部的立场是，或营建署的立场是，就大家都来，是这样吗？是希望多元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尽量回去。如果有意愿的话，其实不要分他到底是在地或者是从外面来的。我觉得 这是好的吗？对，因为我们认为初期是这样子，因为初期的推动呢，如果已经设限了很多的条件，其实这个效果可能就不会激荡出来很多的一个成效。
吴大使委员再稍微那个说明下来，你不知道记得有一次跟萧美群委员不是看的那个啊花莲市区的一个那就是老屋哈、啊，就是那个哪一个的黄色哈、啊、宪兵队嘛，对，宪兵队后来我们给他一点整件经费以后不是改变的那个你有去看吗？对啊，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活化。署长，我刚刚一直不想举这个例子哈、哦，那个例子经营的很好，是那。可是这个例子就是他们是从外面的年轻人来的，他们其实很好了哈。我现在只是说到底要哪一个方向啦，这个只是就是提供给营建署参考，那并且请你们具体的书面的回复本席好吗？好，陈委员，最后一位发言好不好？好，我很快的一句话，刚刚庄瑞雄委员指控苗栗县乱花钱。但是我要澄清一下，苗栗县没有乱花钱，一样的五级县市，屏东县十年交给国库才900亿，但是你从统筹分配款拿了1800亿，你赚了900亿。我苗栗县十年交了2000亿，才拿回1000亿，我又亏了1000亿，是中央不公平，不是苗栗县乱花钱。因为我们的开发造成良性的循环，如果你当屏东县长，应该要学苗栗这样来做，不要天天的哈。好，我们只要钱少啊，就不能做事情。我希望这个观念改变一下，尤其我欢迎民意明天到我苗栗县来，你看我交通多便捷，多方便哉，你会爱上苗栗县，到苗栗县来选立委，我会支持你的啊。选你这一席吗？现在是另外一席，好 ，OK。那我们这样，这笔预算非常少，我们可不可以照例，好不好？1400多万而已，1590万而已。哎呀、啊，给花东支持一下啦，真的啦，很少，这个钱真的有够少的。我觉得还是动一点哈，让他们去做改进呐。我支持那个林立产委员动一点，但是你听我讲好吗？黄委员，那个国家湿地保育计划比较多钱呐、啊，我们来动那边。不是，我现在是比较希望他们有把那个南部哈，像屏东啦、高雄啊，人数一直在减少，对不对？那内政部营建署都没有想到说一些人才培育计划。我们这样子啊，大家那个作者要互相扶持，不要互相。以后如果要多余的话，我们柬埔寨可以移过来，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我建议这样啦，就是说我们哦，有那么多城乡南北差距，你们都听到了。那当然就不要让我们有相对剥夺感啦、啊、好啊，但是弱者之间相互扶持这样子，所以1590万非常少，我是建议要支持啊，照例啦，好不好？湿地的钱，好，那我们就照例啦哈。OK， 那我们接下来6到14是第四节，整个在谈这个湿地好富裕的部分，整体说明好了。好。这个部分就是明年度我们编总共是1.262亿啊哈，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整个面积哈、啊，就是等于是啊80几处的这个湿地哈、啊，我们有41处的啊国家或是国际级的啊，那42处是有地方级的这样子，那83处的湿地大概面积是10000哈、啊，大概是15000公顷这么多了。那其实相当于一个国家公园，甚至还大一点。那一年才1亿2000多万啊，来保护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湿地哈、啊。那么我想，这个基本上还是请委员哈、啊、多多给予支持啦 啊，多多给予支持，因为散在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哈、啊，这个22个县市哈、啊，甚至台北市也都有哈、啊、相关的这些经费，主要就是在啊分哈、啊，第一个是委办哈、啊，明年起。因为也有啊，有些已经公告保育利用计划的时候，要有专责哈、啊、相关的专责单位来帮我们代为管理，所以这个部分代为啊委办的代的专责管理就有高达到9000多万，将近1亿。另外呢，就是补助啊，补助所有的 NGO 啊，在地的 NGO 来加强协助，不管是寻宝哈、啊，这个保育的方面的巡查啊，或者是有一些。啊，这个像教育活动啊，来推广啊的办的话，大概2500万，所以整个其实不多了哈、啊。我是不是说请所有委员哈、啊、能够支持啊，也为我们台湾哈、啊、把这15000公顷的这个湿地啊看能不能啊作为啊这个更好啊。以上好，请问各位委员的有没有意见？请林委员。到66吗？我在这边按了哈。
那在湿地这一块，我觉得说湿地是所谓的国家保，就是保护区，我觉得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我觉得说，如果有些湿地化为湿地的时候，一样回到我们刚刚的沟通机制是什么？然后呢，如果这群就是渔民还是在湿地里面，就是以渔为生的这群，就是渔业者，他怎么去转型？如果他就在那边生存，你现在化他为湿地，会怎样呢？你要叫他去煮餐吗？第二个我要谈的是说，你如何辅导他们转型？就是你化他完了，他如何转型在就业面向？那或许是创造另外一种方式。那你的辅导机制是什么？你的沟通机制是什么？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包括台南的七股将军区那一块有一个是那个曾文那个溪那边，对，曾文溪口的那个湿地嘛，宜兰也有。那很多地方就因为争议，你那个湿地本来是好意，可是呢又有民众居住在那边，又有我们的那个渔业人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这块到底我们的机制是什么？还是转型机制又是什么，才能去就是去解决这样子的争议啦？好，高路委员。好，我这边也是针对湿地哦，六之九案哦，我这边提出来是有关于就是协定湿地的个案哦。既然就是说你已经列为暂定湿地了，表示是说主管机关他必须要有一个角色存在。可是在这里呢，我完全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的中央对于暂定湿地的这个角色是什么，你们介入的机制在哪里？再来一件事情，所谓的暂定湿地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好，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已经是暂定湿地了，要变成暂定重要湿地，然后要去做评定，为什么这个开发要同时，好，要去进行？那你们在这个部分必须应该要去认定，就是说有关于开路，它对于就是整个生态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既然湿地保育法它定出来，它的重要的本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去做生态的保育，那而且啊，它这里面是关于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个都市计划，也是你们的业务，那你们也没有针对这个过去2002年所推出来的都市计划做出检讨。好，好，庄玉雄委员，还有黄兆顺委员，所以我这个我来建议的，像你说你划设以后，对原住的那个地方的人，或者说原来他那个产业的一个影响，使用的权益，还有甚至于啊，我看你整个进度都这样的一个，让人家感觉其实大家是不满意的啦，哦，那当然是一种落后啦，哦，那是不是营建署家你也要创一个改善的一个报告啦，哦，这也不要说这样发一个做法都很贵啦，你也说觉得重要，我也觉得重要 啊，但问题是说啊，一直这样子也不对啊，你让前面那个那是招委这边对你们很好啊，不然最起码给你动了啊，不然有些你就规个执行率就八点，前一年八点多，然后再来104年这边三成，这个都有时候都说都没有去做一个检讨哦，这个立法院这样的一个监督也说也不像话啦，所以我认为啊，具体的一个建议呢，我只好跟刚刚您来冲一个改善报告，先给您冻结500万呢，我具体这样的建议啊，500万啊，无你个啊，啊，没有，您那个一瞧啊，我刚刚好，这个庄瑞雄委员哈，198哈，一做执政党的委员哈，一共冻500哈，我刚刚他已经很有勇气。但是我觉得他勇气还是不太够，因为我要讲两件事，一个就是协定湿地，大家都知道，你怎么可以说改就改？哎，迄无理由安尼啊！啊，人迄已经是保育团体吼，迄大家拢已经足重视的一个所在，然后他不顾一切，啊，这也是你们的业务啊，所以你们可以说是说变脸就变脸。那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左营的周仔湿地，我想主席也非常清楚那个地方，那个湿地刚好紧邻那个民宅，
也紧邻那个庙宇。那湿地里面本身做得不错，可是做湿地的那些团体不会住在我们那里。那些人就晚上的时候熬熟啦，啊，古尼登个热是大家惊到要死呀。所以到底这个湿地跟我们邻近的这个社区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区隔，我觉得这蛮重要的。那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那个我有提，我提多少啊？我靠，提的多，我那怎么吹吗？我提多少？冻结二分之一，删除二分之一。对，因为我觉得对决定的那个案子，我是非常有意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然后请他们来做报告。我建议这样好不好？我们就是不是比照前面的那个案子动5%，那5%就会有到600多了。师弟。哦，主席，你今天都没有支持我的案子，主席，我刚刚一样呢，能不能在这里？主席，我刚刚有发言，他们都发言过了。我第一这个案子第一次发言嘛，洪振伟，好不好？好，谢谢啦，洪同学发言了。那个主席啊，那个我请教一下署长哦，署长，你刚刚讲那个我们国际级目前才两个嘛，两个都在台南市啊，啊，另外你还有那个国家级的有40个嘛，啊那个。暂定地方级的有43个嘛？暂定地方级的有41个嘛？那我请问一下哦，因为我们彰化县之前啊也有一个很出名嘛，但是我看没有列在你们里面，就是那个大城湿地嘛。啊，大城湿地就是当初那个国光石化的预定地啊，后来国光石化没做了嘛，但是在那个反对国光石化的那个期间哦，有很多国际人士到这个地方来了，我想那个部长或是署长你们应该知道了哈。那包括说那个你们有回复本席的哈，就是说关于渔民的权益啦，还是说关于地方民众期待他朝向什么地方发展哦。但是本席想了解就是这个湿地的这个划定啊，是我们中央的权责还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我们中央政府有没有主动要去了解嘛？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做？而且我想这个案子啊，已经从那个国光石化到现在多少年了？我看你们营建署都没有那个、啊、都没有一点点进度吧、啊？可以解释一下吗？好，那请综合说明一下。那我大概综合说明一下啦哈。刚刚我们林立场委员说沟通再沟通，这个确实哈。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功的例子哈，台中的高美湿地哈，大家应该这个耳熟能详哈，蛮一开始确实都反对，不过现在是绝对是赞成。那为什么？就是这个相关的啊，该保育的、该推广的什么等等那些都到位了以后，他们才说才会改变观念说，说其实这个湿地的保育对当地不管是观光啊，甚至整体的啊社区的这个啊环境的改变，他们认为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原则。这个湿地算是说我们啊台湾也不是做的啊非常先进的，所以在比较后启动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啊这个会有一些争议或是啊民众不明了的地方，我们会来加强沟通。那至于这个高路委员刚刚跟黄委员所提的这个茄定湿地啊，因为一开始它是属于这个暂定为地方级的啊，地方级的这个湿地。那如果说啊这个高雄市府如果说认为说它有到国家级的啊这个湿地的话，那当然它可以提到我们内政部有一个湿地的审议的小组的委员会啊，那里面有好几啊，这个将近10来位的这个哈、啊，全部都湿地专家的学者啊，会负责这样。那重要点还是在这个湿地是不是真正它的资源要够啊？比如说啊，刚刚啊，我们这个侯委员说的哈、啊，彰化那个台南哈、啊，因为台湾就有黑面琵鹭啊，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够格为国际级了。所以要看它的这个整个资源条件的哈、啊。那如果说啊，这个高雄市府说，或者是啊。可以愿意说提出来，而且由专家学者评定为啊国家级，当然我们是会啊这个依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当然是这样子来做了啊。
那我们原则上基本上也当然也要尊重地方，因为中央跟地方一定要一起来的啊。这部分大概是会这样来做了。至于刚刚洪伟说的啊，这个大城湿地，因为就是说啊，有这个国光石化的关系，也许彰化县政府当时就是说这个案是不是还有一点未定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彰化县政府还没有这个明确表态，到底啊这个大城这个部分它要何去何从。如果说彰化县政府启动要怎么样的话，我想我们中央也就是湿地的主管机关内政部，我们会来配合办理。以上好，这样说明，或者是分市长你有在。谢谢啊，我很快的补充一下，基本上我们湿地划设啊，它的性质呢是很多样的哦，它从很高度的保育的那种生态型的湿地，到很多是作为农业或者是养殖渔业的都有，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要多沟通。基本上我们现在推出来这四十几处啊，我们很在意就是说我们先做几个示范案子哦，那有一些我们尽量在容许使用的部分，譬如说它有一些捕鳗苗的，有一些在它已经在做这个事情的，只要符合渔业法的相关规定的部分，我们不跟他重叠，这部分我们尊重他的一个处理，所以我们已经召开很多次的会议哦，跟那个农委会、跟这个渔业署都已经协调了这部分的规定，我们陆续透过沟通的方式去做。那我们做了很多的沟通，包括目前有11个县市啊，都已经同意接受我们的委任了。那我们去拜会过不只是县市首长、秘书长，还有议会的议长，甚至我们还打定了那个里民哦大会，我们还去了。所以这部分还很感谢我们那个年轻的同仁哦。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一步我们会继续持续去沟通，也就是把现在湿地哦，它其实主要是框住呢，因刚我们署长讲的，它有不同的保育的特性。像前一阵子我们在做这个大小鬼湖的调查的时候，它非常的自然生态型的，就不鼓励人家进去。但是很多现在是养殖池的，或者是做农业使用的部分，我们会尽量从现有的民众的这个权益呢，我们把它进入用这个容许使用的部分呢，在保育利用计划里面就把它写在里面。我们采取双方共赢的方式来经营这一块湿地。好，以上。好，那高委员。没有听懂我的争点啊，就是你假设你已经是被列为就是暂时的重要湿地，对不对？那依据你们的湿地保育法的第12条，你如果暂定重要湿地，你本身中央主管机关就是要进场嘛，你就要做维护计划嘛，你很多东西都要暂停嘛。只是现在的状况就是，前定湿地为什么同时可以做环评？那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告诉我们？你怎么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环保团体讲？这是我们搞不清楚。那这跟文资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占地遗址的时候，工程遇到遗址的时候，它就是占地遗址，它本来就是要暂停啊，然后等到这个程序走完才要走到下一步。那你们现在是今天你们还在做评定，然后又同时去做这个有关于1-4的那个道路的环评，这样不是很奇怪？那你们主管机关就是要进场，那你们的位置在哪里啊？刚刚我们洪委员提到的就中央跟地方的角色，在这边其实湿地里面我们有区分啦，如果是国际级国家级，就是中央介入，而且他已经公告了，所以就由中央内政部在负责。现在地方级的在我们的法里面是比较特殊的写法，他就是说当初虽然划了很多，有41处地方级，可是呢没有经过很准确的评定的工作，所以在法里面就写了这41处是暂定湿地，后续还要经过评定之后呢才能够确认它是不是我们所谓的重要湿地，然后才去公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评定的工作，这个评定就是我们现在跟县市政府在做的事。那在评定的过程里面，刚刚委员也提到说，那现在的相关的一些作为目的相关法的作为怎么样去处理呢？其实我们有厘清啦，如果他是直接要去动工的，这个当然不行，要征询我们的意见。但是如果他是依环评法或其他的那种法规的程序在审议的话，这部分法律是允许他平行去做的啊，是允许他去平行做。可是他最后他不会，他最后还是要终究环评过了不能，又不能动工了，对不对？对，他还是不行，因为他有目的事业法好几个，他都要通过才可以的。没有啊，那这样讲得很清楚了啊，他就算过了，他也不能动工啊，所以相关的法都要过，都要过，什么都过了，然后就没有是。这个在我们审议的过程，因为现在专案小组正在审查它的这个暂定湿地哦，那当然有提到说到底要不要提升到，这个都在我们委员会里面会去从它的资源条件会再审酌。庄委员，那我们最后一位了哈，这一位。提醒哦，你讲我要跟您讲违规啊，你知不知？
我的龙銮潭呐、恒春呐、满洲啦，都从为国家公园都够衰啊！你知不知？啊，各用伟个变湿地，你当作国家级，民众就很喜欢喽、哦。大概是搞个臭啊，无一块掉的啦。对啊，我讲了，我顶我讲了，讲伊梅花鹿去啊，敢管意思啊？阮多重危害，你知不知？龙母啊，我你带给当地就没有嘛，我们很希望讲啊，讲的我也开心呢、啊。你要这样跟民众讲，什么话跟民众讲？我那用怕死跟民众讲，民众他的直接的反射的、就是，你譬如讲啊，你们在跟我在谈这个湿地啊，我只在湿地里家了，我本地的国家公园家嘛，我的天气拢被你限制了，我也不能开发了，金龟长澳球啊底下被给他堵，你还被给他移送法院，我这国家公园的问题。你变成湿地了以后，好啊。我本来是讲我地去好用，也都告诉我嘛，刚才钓两片鱼来吃，阿马哥变没晒啊。啊，所以就变成说，你这个变成我们对当地这种多重的，其实保定鱼的概念我拢足清楚了。但是你也是徛的，你叫做保定，你那个眼光会比较高，我都知道那个叫做高度。可是你要知道、哦，那个高度我可以给你肯定哦。可是那个高度如果缺乏对在地那种损害的一个填补，这个就要谴责了哦。我讲你过去怎样？我真的，因为有人受委屈的啊。你想到的就整个的一个发展而已，谁不知道？我来这博丁，我买样样的行吗？那问题是讲，那个在地的限制的委屈的，我不要那回，干嘛起毛几下送哎？伊讲啊，你没做做衰，啊，但不带无几种为离婚刀，你话衰你也唔知。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在地的心声哦，那种政府空有高度，却没有看到那种，对来讲是一关灾难呢。我感觉应该是讲个共荣啊，湿地来的很好嘛，讲哦啊，你看咱台湾的以后咱这个国家吼、哦，你看咱哪的环保团体啊，给人肯定，然后划设这个湿地又很重要，环境哦啊，多元的一个风貌可以来。啊，就会有代志啊！啊，甚至搞不好带来观光啊人潮。如果这个都要肯定，打个买点给你拍棚啊！但是就没有人给你鼓掌嘛？你就都会看过去，学者看过去，其他县市的民众看过去，都好好好好好，很好很好很好。我简单记一个呀，我看到你台北做议员的孙哦，大渡路啊，大渡路的旁边那个地方啊，整个那个村几乎都是一个湿地啊。遐全部拢总袂当开发啦，拢袂当开发，对不对哦？隔一条遐一片话地偌济，你敢知？2万。隔一条大渡路一片话济，你敢知？70万。你敢问讲台北市民那个地方关渡平原要不要开发？台北市民80%将近90%跟你说不要。到了北投，你就问他，差不多70%跟你说，啊，差不多60%跟你说不要。你去问那个关渡的，问他要不要开发，99%都跟你说要。你问到才算呢、啊，开发流量问到一片，嚯，还给我多少钱呢？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受委屈的这部分呢、啊，政府不去填补啊，啊，恁规划迄个我感觉真好啊，那个大方向跟你认同啊。可是问题是说，人家受委屈的，恁不会敢关照到啊。哦，简单报告完毕。陈昌明委员，哦，对庄委员的意见深有同感。我常常讲那都市人，礼拜一到礼拜五坐在灯红酒绿，礼拜六到我们乡下。哦，蛮好。礼拜啊，礼拜六、礼拜天到我们乡下一走，就说这个是青山绿水，要保障给他们来看、来享受。所以我说你进步了很多，你从台北市已经到屏东了，从北到东，可见你进步很多。你把真正的城乡差距的心声讲出来。其实湿地里面好好的经营是非常好的，哦，但是你在这里面啊，私有地的那些，你又没有补偿，又限制人家的作为在啊，这个是很不好的现象。所以都市人永远欺负我们非直辖市的人，他永远都要给他看到最好的，然后那个什么民运团体到处去给我们抗争，台北市他就不抗争，他没有。什么店啊？你们那个叫什么店啊？夜店多啦，什么样？所以部长他讲出来了，我觉得庄委员很进步，以后有希望当屏东县长。因为他如果从台北到地方，他讲出的心思，也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您别按照我爱，
编写一个很满意而且可以接受。更是正如在阳今天讨论到阳明山，好山好水，你们要看。等到几天来了啦？好，好吧。那我们请部长说明好了。对，我同意陈委员的说法。其实不止庄委员很进步，我们都很进步。好，我们在立法院里面是在讨论湿地，而且我们有一个湿地法，全亚洲只有韩国跟台湾，我们有湿地法，全世界有一个湿地公约或者是拉萨姆公约，对湿地非常非常重视。这个我支持通过了。哦，那所以哈，我们今天在讨论湿地，关心湿地怎么，就委员质询的方向，其实我觉得说方向那都是对的。那也因为我们现在湿地努力在推，所以过程当中有任何，包括多沟通，包括多关注一下湿地原来原住的他们的生活，甚至于他们跟产业的连结，这绝对都合乎湿地的方向。只是说在沟通的时候，确实湿地不是只有环保的观念而已，湿地也有非常浓厚的人文的观念，所以它要跟当地的社区结合。所以湿地不是只有单纯说好禁止让人家不能做什么，还有更积极的把原来湿地社区他们原来是还要去强化它的内涵，甚至于还有更多观光当地的原来的产业进一步的扶持，它原来那种原初跟湿地共荣的方向，我们要能够促成它啊。所以我记得前一阵子他们办的几次的活动，包括有一次非常大的国际湿地大会，全世界非常重要湿地联盟的人都来了，那我也跟他们做了很多讨论，我得到的印象是什么？他告诉我说，部长，我以你们推动湿地这种决心跟这种为荣，而且他们到几个湿地现场去参观，他认为说我们国家如果有你们这样又有法律然后又有预算然后愿意去沟通愿意去，我们觉得这样很棒。那另外就是说他们也办了湿地附近产品的展览，好像很像农特产展览，哦，我忘记那个具体的名称，我还去鼓励说，欸，尽量大家多去参观多去购买多去支持这一类的产品。所以委员刚才所关心的湿地并不是就是政府划一个地方然后不顾人家死活只为了环保，其实非常需要像刚才各位委员所提到的这个方，但是他们现在去做，哦，这我们分署长，哦，我常常听他在回应我们县市长对湿地的需求，我觉得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一直告诉他说，拜托你到各县市各个地方都去讲，然后都去沟通都去了解。所以刚刚林议长委员讲的沟通他们真的有在做，而且湿地这个部分我也非常重视，然后委员们也都这么重视，所以我其实整体我要讲说各位的意见跟我们都很一致，我们一定会来努力，但这个预算好，我来拜托一下。好，张瑞祥委员，您拢好难呐，那个赵委员排时间排来我屏东呀，两个要恁考察。我是叫恁考察，咱高雄迄个前院长那个，我讲吼，伊讲到吼，是安尼满篇的这个富丽堂皇的这个，他写作一定是第一名的。他写作一定是第一名，但是你我跟你讲，我们希望这样做，可是哈，部长，我刚刚讲的像茄定，你们没事要把它或要开路，我们那边一直在反对，我们一直在反对，他解释我没接受啊，他解释我没接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那个周仔湿地，我刚刚已经讲了。里面做的不错啊，很多人去参观都很棒啊。可是我旁边的居民，我惊死，我暗死啊！五六啊，啊，登革热啦，你是不是我惊死你？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问题哈，要必须要把它结合，而不是说我们画了一个湿地，然后我们跟周边，对不对？或者是你周边，你必须要去协助，你不能说丢给我们说，六六暗死，因为你知道湿地嘛，那个蛇晚上跑出来啊。啊，晚上那小朋友在那边散步公园，你叫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还是希望内政部能够处理啦。好，那我来那个处理一下了哈。回顾一下上一间有上届不在内政委员会了哈，好像邱文彦委员相当的使命感，然后够就后悔了哈，然后他把那个理念，然后那个法律啊，陈委员也在嘛哈，然后说实在也奠定了。
奠定了今天的基础。那但是开始实行以后，刚才包括各位委员所提醒的，因为委员都在第一线看到的哈，那当然就会是也要值得注意了哈。那所以呢，去年因为邱委员大家可能很感念他，他也顾得很好，所以一块钱都没有冻结了哈。我们这一次5%真的不够吗？这样5%会不会我们邱委员虽然不在了，但是我们要纪念他的功勋这样。他人不在当委员了，但是好。招委，我还是要强调说，刚刚部长有说沟通机制，那不能沟通机制，只有司长到处去讲，司长一个人而已，专台湾有多少乡镇，所以我觉得说一个机制用出来，大家一起讲，不是让他一个人在讲，你懂意思吗？对，一定要把机制出来。我对你跟他省预算，每天你就没用啊。就训练更多种子教师啦，去宣传。哦，那刚才庄瑞雄委员哦讲的那个社区沟通哦，请务必好、哦，不要说用这种专业的权威去那个好、哦，好，那就冻结5%好、哦，好啊，来看啊，哦，加考察了哈、哦。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五节是到第二十一案，嘿，请。21案，好，来，请说明一下，15到21。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哈，从15案到21案哈，这7个提案哈，基本上就是对我们也是在城乡分署了哈，编列的就是一个都市计划书图重置暨整合的应用计划哈，整个经费大概4130万。那这个费用原则上是在哈、啊、协助了哈、啊、各县市啊的现有的都市计划地区的那些都市计划的书图啊，那个尤其是那个图啊，基本图哈、啊，其实都老旧啊。那我们现在让它一个数位化等等哈 啊一个更新等等哈、啊，这个部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协助啊这样的经费案啊。那基本上是不是说这个最整个哈？啊啊，这个地方政府的相关的这都市计划哈、啊，在不管是啊真正的依据来执行推动啊，或者是真正的更新啊，能够啊这个更有效的哈、啊、来这个啊这个参考哈、啊，我想这个非常重要了，是不是说这也没有多少钱哈，4130万这个整个经费是不是啊？这个我接下来我再请。分署长也再说明一下了哈，说预算执行不好，但一开始哈、啊、可能难免哈、啊，那是不是分署长再说明一下？是，哦，这个真的要说明一下哈，因为这个案子哦，基本上啊、哦，是我们内政部基于都市计划中央主管机关的职责啊，因为我们体认到现在都市计划图啊，从早期到现在啊，很多的以前的资料，现在要叠合上一些地形图跟地籍资料，常常发生民众的一些纷争，所以我们认为是应该赶紧去把国家的所有的这个基本的资料呢做一次统整。那正好呢，我们现在国家正好完成了1/1000的这个数值地形图，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啊，把所有的资料都展会到这个基本的地形图上。但是我们在展会的过程中，因为就涉及到原来的都计划的专位可能跟地籍的专位不太符合，所以这里面的时间呢耽搁呢，其实不是执行面上，而是都是去协调，甚至要到现场去见界等等。那这部分呢，就是真的要拜托这个基本上呢，我们编的这个钱呢、哦，很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基本资料把它建制好。所以呢，花的时间其实我们现在陆续的也成立了一个辅导团哦，去协助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这个部分就拜托我们委员能够让我们呢能够再继续推动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因为县市政府呢，它本身呢也有一些困难，就是说它本身要配合款要编列70%。我们只补助30%，所以这个部分呢，常常会有一些预算审核上的一些时间啊，需要做这些处理。以上。好，林立委员跟庄委员。刚刚我们也听您解释过后，那其实这边的执行力还是很低，就80%多而已嘛。那我要讲的是，对，就百分就预算执行力嘛，8.665%。person 吗？来，报告是啥啦？拍谁？拍谁？拍谁？好，第二个是我要讲的是，除了执行力以外，
还有我们的大架构，因为我从刚刚就一直查我们所谓的都市计划的一个那个快点图哦，就网路上的快点图，其实里面目前我如果查的没有错的话，只有台北市的13个区，然后呢我们的快点图里面是否有手机版，每个民众现在大家普遍很少用桌上型电脑，手机版我这个图是点不进去，他一直叫我说要直接使用滑鼠点显地图，而我的手机拿来的滑鼠，所以表示这个手机版是点不进去的。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点进去之外，第二层就进到各县市的，尤其是台北被双起地位爱卡注意，台北市的部分点进去之外，它的第一层到第二层里面有些东西是很就是放大的时候，他说我的解析度是没办法看到的，还是一样手机版是看不到这个图的。所以我觉得说除了那个计算那个预算执行面低以外，还有我们的大架构本身要去检视目前的科技跟目前的民众使用的习惯是什么。那个庄委员，当然对署长讲了，你就认为说4000多万那修几呢？可是问题哦，温署长刚你在解释的时候，我大胆来请教你呢。啊，无你按算今年的执行力，你会当约到偌济啊？我讲你也不会听，我讲你今年啊，我你改讲啊，你今年的执行率你按哪偌济啊？我们预计可以到67%左右。对嘞。你讲要67%的，对，啊，我做甚物甲你讲，啊，无我甲你抬三声，好唔好？互你存一束束啊，啊，对嘛，67%，到底是什么？你讲地方政府较歹配合，你爱甲伊沟通，这个执行力这样的低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哦，你看你是要看啊，要安那甲伊辅导吼，啊，啊是恁家己本身恁的管理机制有出啥物问题？你总是爱做一个检讨啊，3%、8%，要惊死人个！你署长、部长恁家看，啊！你即马甲我讲，你今年要抓到6%多，对对对，啊！6%多，你矿内家人那坐是要怎啊？对，安尼我建议哦，我总是和你家讲的呢。主席哦，我是和你家讲，你今年才到会当一平偌济呢？啊！你讲你就要掠到60%，啊60%，你编10%，啊你即马叫阮遮大家拢点头。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个编列这样的一个经费哈，地方政府还要配合他的一个预算去编列，所以呢，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没有编的话呢，哈，他地方政府是没有办法去配合编的。另外，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还要发生权责，湾金麦几公已经发生权责，执行力也没有办法赶得上啊，是因为很多的测量哦，包括我们后来了解的地方的那些地级的控制测量啊。它要3级3层，因为很慎重。里面现在我刚刚讲的一个图出来之后，都市计划的专位跟地级专位要去套合的过程，哎，每只误差0.0几平的时候，这个都要去处理的。因为所以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方面的沟通。所以，不是那个这个执行力主要低在因为很多的一些图啊发生误差，对啦，所以要去做协调。我碰的是讲啊，你都会我都执行60%呢，你讲偷10%预算是得偷安怎呀？发生权责，也就是说县市政府他还是要列为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去签订这样的一个工作计划，只是因为他可能今年度没办法执行，因为他去协调。哦，你那里讲来通啊，开玩笑，一点国家一点看不能跳，我那能跳预算，那你框一框，那搞不好实际执行才一照就我就有钱了嘞。还是不是再给我们个机会，不要说啊一定要删了哈。这个部分我想还是对于地方还是很重要。那譬如说这个3层，当然这个我们中央给3层啊，如果说啊真的有剩啊，或者有怎么样，我们再来跟主计总处那一边再讨论一下了，看看可不可以再加强，看怎么样了，好不好？所以说明年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说真的又那真的不啦，不是的，我今天哈，这个哈，不能你这样讲完哈，因为我是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执行率哈。看不下去的，你4000几万呐、啊，你那一声抬是抬400几万呐、啊，啊你100万，给你减灭100万，等于2%尔，你知不知？2%尔，抬100万。黄处长，
包委员，这部分是不是让我来补充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案子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都有参与的哈。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这个案子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很复杂，也包括都市计划有测量跟民众的地级的关系，所以在执行的时候，这个进度比较慢。那执行进度比较慢的时候，它变成造成一种结果，就是说每一个案子执行都可能要跨年度。那因此在这个同个年度里头，它其实是没有执行完，那所以都把大部分的额度都放在这个保留。没通啦，你别人管你几百空三年，你几百空三年几趴，你知不知？你几百空三年1.41%呢？啊，你104年，你8%多呢？你开什么玩笑？跟委员报告的，因为他都是有执行，但是因为在年度里头，因为那个案子的执行的里头的复杂度，还有那里头的内容比较多，所以一个年度里头执行不完，那他会在跨年度，所以都会放在保留这个保留额度里头去了。我奶奶这里建物的工程来做佐料，跟我那个工程很复杂哦。完成日期，我跟你拖三档。我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这每一个都市计划，在很多时候在乡镇或者是县市政府在执行的时候，一个都市计划执行下来可能都5年6年了啊，所以你要求他在一个年度里头执行完，其实是真的有困难。那这样，哦、这个是实际上的执行的问题。主席好，这个部分哦，我可以体谅哦，其实我们的新政府的都市计划科其实他们在操作上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这个资料非常的老旧，所以他现况还要实勘，还要重测，还要调查。那所以我们其实对于这个部分呢，你现在智慧化资讯化以后，对于我们像花东两县这个幅员这么辽阔，你要上电脑直接去查，其实资讯是公开透明，是很方便。这个系统的建制是应该要慢慢的越来越完整，只是说它可能在执行面上，它的确是耗时啦，非常的耗时。因为为了避免争端，所以它的精准度要非常非常的够。那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是不是给我们营建署一点时间来报告啦？来报告，因为这个对于全国的建制非常重要，这未来可能会跟我们的实价登录，还有我们的这个公告地价、公告限制，这整个整合起来嘛，这个整个资讯上网透明化的部分呢、啊。好，陈昌明，我要跟他讲100万的，你有听？张伟，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专位啊，稍微有差异不一样的话，要多方面的人在沟通，原来的地址、县政府，还有隔壁邻居的，都常常在沟通这样的事情。尤其位移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啊，用冻结的，不要删减啦，给他们鼓励鼓励一下，把都市计划做好了。开不了，你说听无啊？有几年开，你说听无？哎，伊要开啊吼，伊要几啊年嘞？伊别滴做啦。啊，都无咧开哩。哎，哇，可能成果还没出来啦。我来讲啊，台哎。是你给他拜托的，给你拜托。周伟，周伟，我要讲一下，其实我觉得说，刚刚我们承办人员也有跟我聊过，那我也感受到说，整个从旧的图要去转换，要去沟通，要再上去的辛苦面，还有其实我们真的在查询方面，会起很多的那个网站会跟这个网站其实还蛮像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为难行政单位，那的确您的那个执行力低，大家会怀疑，身为民意代表，我们是有合理的怀疑来监督这件事。那我觉得说这块我个人不坚持啦，因为我觉得说如果像承办人员刚刚讲的，我觉得我还是觉得他们很辛苦啦。好，那这个哈、哦、这个算处理的啦，好不好？可以哈、哦、现在好了，这陈昌敏没有拜托我我怀疑一定是苗栗执行不力。真的吗？徐委员，徐委员，可以。苗栗的执行力很高，你们要学习。真的吗？真的吗？真的真的。苗栗执行哪边执行不好？哪边县市政府不配合？刚刚我有听说台北市有配合，我才敢问的。嘿，徐委员，嘿。这个地方政府要配合70%，真的很多了，是不是？对于这个各地方啊。主机总出要求70%，真的很多了。那是不是对于这个配合完全推动的地方政府，是不是可以加奖一下？好，考核一下。那这样子，因为庄委跟姚委都有被那个陈昌明拜托了哈，所以我们这个就照列哈，这一点照列。OK，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九幕。第九幕通通都一样的嘛哈。好，
九牧全部十万都一样的哈，都一样。生活圈的50亿啊，生活圈道路的这个补助案50亿啊，那嘛是开不了啊。那个生活圈呢，都要跟城乡风貌一样。我们屏东的给我看一下好不好？我的整卡我较注重的，好吧？屏东还不少案哦。单杠咯，也算拢有。这个县市，方伟县市的。好好研究一下。好，各位委员对这一题有没有什么意见？来，请就提案大致说明一下好了。好，这个从9-1到9-10啦，哈，这个10个提案，基本上大致都还是说这个执行力啦不佳啦，然后花包结余款比较多的问题啦，啊，基本上都还在还是在针对这样子。那当然确实也没错哈，有一些案哈，这个因为难免到征收到地方的哈。这个啊，民众的私有土地啦，那民众如果一旦有抗争的话，啊，这个像这样子的征收案哈，在我们内政部的土地征收小组委员会里面哈，啊，有时候会这个哈，要多花一点时间来啊审议通过哈。那因此哈，整个案这个最主要哈，都还是在土地的这个取得哈，就是土地的征收取得是为主啦。如果土地征收取得没有问题的话，啊，导致哈，啊，相关的工程设计啊，其实都有时候都会提前的哈，啊，提前的我们给予哈，啊，这相关的设计费，所以都还好哦，啊。所以目前大概比较多的问题都还是在土地的征收取得了啊。来，以上跟委员报告哈，啊。不过就是说，这50亿对于地方的建设啊，尤其交通建设啊，都市计划的这个生活圈的这种建设非常的重要啊。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垂询的？那我们是不是做？哎，请林委员，我这边也有去做动解了哈，因为我觉得50亿执行力还是很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营建署的每一个东西执行力都这么的低了哈。那我觉得说执行力低，我们去动解一些，让我们去单位去检讨一下是合理的啦。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坚持要动解。好，那我们好，高鲁委员。我这边也是针对生活圈道路哦，那我想民间的团体哦提出来诉求，就是事前没有做这个民众参与，然后事中资讯又没有公开，然后事后又没有救济哦。那你们在这边也没有提出检讨。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道路能够很好的就是使用，它其实是第一个是要有人养护，可是呢，不见得就是说路一定要够。要很大条，而是说我们在整个行驶道路的状况是非常顺畅，或者是说不是要砂石车一直在进出我们的这个社区跟部落。那路的问题，它不是不管是管理养护、区域性的接驳跟疏导，最后都会变成生活圈道路里面哦，作为道路拓宽的理由，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建设不是便宜形式就好了，而是要真正的对症下药。那所以呢，有关于事前、事中、事后这几个阶段，不管是参与机制、资讯的公开跟救济的方式，我觉得都要有一个很好相对的一个机制啊。好，那我们各位委员，我们是不是冻结一亿元？然后来立法院报告后时的动资。好，那我们就通过哈第十案，第十目，十目啊，大概有3个提案了哈，10-1到10-3。所以张伟刚刚那个是没有动吗？一亿啊，好，第十目是啊下水道了哈，就是污水跟雨水下水道这个部分的这个整个的经费。那我们明年度是编120亿又1107万9000元啊哈，那相关的提案到哈大致还好啦，那也是有些是提到一些说执行力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基本上
哇，那我们的这个下水道的执行率哈，都还算蛮高的哈，都在93以上，甚至到95左右了哈。基本上是不是这个对地方的基础建设还是非常重要，是不是请委员哈这个予以支持。提案委员都不在，有没有其他委员要发言的？好，请徐委员。主席，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现在地下下水道这个接管的部分哦，在花莲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嘛？哈，这个已经没但是有一些其实他案子已经结束了，就是假设他一区一区的嘛，那案子结束了，但是当时有一些纠纷却没有解决，那案子结束了，他也没有钱了。所以那这纠纷的部分，你们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处长来说明一下。我想目前呢，这个分成两个部分啊，一种情况是说，他因为有那个诉讼案件在的时候，那诉讼案件确定之后，我们会依照县府提报的决算数来核实，好，如果说我们当初拨的钱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再编列补足啦。那实际上整个花莲的系统还没有结束，所以它整个计划是在的，这个委员放心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针对民众争议的部分呢，那我们都会现场去了解，然后跟民众沟通。那如果委员知道有任何是还有争议的部分，可以随时跟我们讲，我们会来尽全力来处理这件事情。好，因为假设 A、B 区好了 ，A 区已经执行完毕的 ，B 区还在执行嘛？但是 A 区之前有争议，所以他不同意，但是他的这个后面的厨房也拆了什么，然后你们都不回复啊，所以这个纠纷还在，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提报给营建署，你来处理，因为那可是县府做的。没有，这个是市公所，这个对，是营建署的，嘿。不是营建署本身做的部分，我们都有在处理，我们自己都有在列。我们地方座谈才刚开完，没关系，我把案子报给您。好，谢谢。好，那这样我们请那个委员的提醒要注意了哈。那我们第十目就照列哈。那这样进行处理主决议的部分哈。主决议，大家第一案、第二案已经处理过了，第三案是黄兆颂委员后来有做修正的文字哈。那大家看起来有没有意见？可以哈。那我们就通过第四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第五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案，这个姚委员，这个提醒我们哈，对的，就是说延议就好了啦哈，因为改哪里呀？内政部应啊延议的啊，延议相关执法啊，予以适当处理，这样好不好？必要时在哪？必要时在哪？对，好不好？对。不是，我讲的是那个应延议是否属于那个海岸管理法第31条第一项，就是第三行的第六个。对啊，但是你应该是内政部应予必要，是不是？因为他的用意在这里，所以是不是就写内政部应研议哈相关的啊这个相关的计划哈、啊、这个配合啊这个执法啊来予以适当处理，好不好？好不好？是认为说可能是意思就是延议了，内政部应延议。好，内政部应延议。好，通过在第六案，同意啊，通过第七案。第七案是不是跟各位委员哈建议一下，就是倒数哈一二三是第五行哈那个或海岸防护区计划这几个字把它划啊，哎对，在。第五倒数第五行跟倒数啊六七这个海岸防护区的计划这几个字是不是可以删除？啊，这个因为在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海岸管理法在立法过程里面
其实针对要这个保护计划或者是防护计划，要不要践行原计划，要征询原住民取得同意这件事情，针对防护就是有灾害要去做处理这个事情，大家有讨论过，认为灾害发生的当下，如果要做积极性的处理，你计划还要再征询同意，会有变成救灾抢灾，会来不及去因应这样的灾害的事故的情况，所以特别针对海岸的防护啊，我们其实没有针对这个部分要去咨询同意，所以在海岸法的第16条里面很明确的讲出来，就是如果要你保护计划的时候，是一定需要跟原住民去谘商，议员计划去谘商取得同意，但是防护的部分，因为灾害要紧急做处理，所以这个部分有意就把它排除掉。所以如果现在在回复，这个跟法的精神是有一些不一致的。我们建议是不是回到法的规定？就是刚刚建议的文字。那几个字，三防护顺序。可以吗？可以哈、哦。那好，那姚委员，好，那就是把那个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的，这个或海岸防护区计划以及在下两行或海岸防护区计划都予以删除，其他通过哈。那主席讲一下主席第六案呐、啊、哈，因为刚刚在讨论那个生活圈道路，其实我也都没有发言了哈，因为主要大概这些补助都是补助台北市以外的地方了哈，我想台北市是非常少哈，那补助当然有它的这个功能哈，但是。并这个第六主决议啊，我其实想提醒这个内政部啊，就是说我们在推动这个跟不管是米平城乡的差距，或者在补助地方的相关的道路或者其他的设施啊，它还是要有一个理念在指引啊。啊，也就是说，像主决议第六样，我们在推动这个公共通行权啊，其实全台湾都非常的乱，我们的街道路系统。啊，就是对于残障者、对弱势者，其实都非常的乱。啊，那我们如果说，不管你叫什么名目，过去有人本交通的补助，啊，有城乡风貌的道路的补助，有这个生活圈道路的，现在刚刚这一笔，刚刚那一笔50亿，还是要有一个理念的导引，理念的导引啊，不要只是纯粹说这个哪里的道路怎么样啊，就中央其实就是，坦白讲就是，共起来就有修高前进的私房钱啦。啊，那很多民意代表争取，然后地方有些当然我不排除他们有需要，但是有需要的同时，如果还能够导引啊，这个更好的观念，那更这个更能够落实我们所要追求的，不管说人本交通啦，或者是公共通行权啦，这些价值的话啊，我想更好啦，啊，更好啊，所以这个决议是要提醒一下啊，谢谢。好，谢谢。那在主决议第八案。没有问题，通过第九案也没有问题，通过主决第十案，没有问题就通过第十一案，刚才有一些修正，对不对？那我们先等一下，好，那主决第十二案没有意见通过，主决第十三案没有意见通过，主决第十四案没有意见通过，主决第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十六案撤案的哈。好，那等十一案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先请教各位委员哦，因为距离五点半只剩下五十分钟，我们的基金要下次再审吗？好，那下次哈、哦，那怎么样？会基金要下一次哦，不晚。十七案。那个各位委员刚才说不要审的时候，后面有一片哗然，大家很紧张，所以有要继续审完吗？有啦，你们都是人，我们才有五个人。好，第十一案倒数第三行哈，请营建署会同环保署农委会与原住民族委员会共同研议相关开发案件据点。好，想要修正通过。今天微信了哈。
好，来继续。那通知那个林立常委员，请他是不是可以？真久哈，那我们快一点啦哈。那就砍多一点。就每一案都同意，然后就一下就结束了。好，我们第一那个现在来要先宣读吗？还是没事都把它先弄一弄好了。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营业非营业部分的那个内政部营建建设基金住宅基金部分第一案，弄叠100万，可以吗？这总共多少钱？540万。那我们冻结5%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第一案就这样哈，冻结5%。然后第二案的部分，它总预算是1000万300万，1643万。他是提简列嘛，哈，1600。那我们是不是简列一？啊，不用简列。专案报告对。跟各委员报告哈，这个等于是啊，基本上在那个租金补贴的时候，要让所有的啊这个相关的那个哈、啊、比较弱势的来了解到这一项费用哈、啊，到底他能够享受多哈、啊，怎么条件怎么样等等啦，这个在跟地方政府的一起的配合办理哈、啊，这个也都蛮重要的。好，哎、欸，好不好？不、啦，但是我看秦迈委员提的，就是你们执行率就是都很低啊，40%-20%啊。因为这个是，你打行弄安尼啊。嗯。要不然我们简列438000了，好不好？就是把那尾数简列掉，这样子。好啊，那我们同意。好。OK。好。那我们第三案的部分。第三案就是那个社会住宅的中长期推动方案啊，这一项费用了、啊。那这一项，这个就是社会住宅的算是第一期的一个计划了哈，这个所以也蛮重要的哈。哎、欸，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冻结800万，但是提书面计划就可以书面报告？好，舍动之哈。好，然后再来第四案的部分。698万，嗯，这个就是也是，这个是在补助哈、啊、地方政府的啦，啊，也是租屋平台的部分的，啊，那这个部分可能如果说相关的那个哈、啊，未来包租代管那个能够推的话，那这部分将来看可不可以哈、啊，这个比较。哦、会比较理想一点的、啊。那可是这种服务平台基本上还是有它的存在必要了，是这样子。执行力会不会比较？成效都不好了。对，现在是因为哈、啊、条件不好了。将来包租代管如果哈、啊、推照这样子来推的话，如果啊好这个条件比较好一点，那个对的，应该会。那这样我们就冻结1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后取得动支哈。好。好。然后再来56都是包租代管的，但是是书面报告，不是这样的。56都是包租代管的业务啦，相同的啦。一个是说动50%，一个是动100万嘛。嗯、怕我留心啦，哎啦，第五、第六案、嗯、一样，那我们哎是请。我帮陈昌明讲一下话，好不好？他既然已经动了1500万，我们折中一点了，好不好？啊？该是啥呢？哎，主席啊，嗯，这我其实要连续这几个案，我希望部长真的特别注意了。这几个案的执行率哈、啊，好，大概有几个原则，大概就是第一。政策方向是错误的，然后摆在那里摆烂了。
第二就是跟地方政府的合作完全都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这个见及履及啦。啊，那到底出什么问题？其实这几个案呢、啊，这几个案，当然我们看到租屋平台现在有新的措施准备要推，但是坦白讲，你新的措施你就应该新的预算的科目写清楚啊，你还是延续旧的这个科目，然后来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准备有新的做法，我觉得这些都不对了，这些都不对，就是说你再来要全部对啊，你这个租你过去。李部长从李部长开始，那个租屋平台在内政委员会其实不断被抨击，李部长还因此公开在这里道歉好多次。好，那结果你现在要推的叫做包租代管，你其实是整个做法有其他的配套，有一个新的做法，但是你的预算送来还是一样，所以人家是拿原来的执行率来检视你嘛。那这几个案通通是这样。那我其实哦，那大家省预算还那么高兴，我觉得，哎，你想要趁这样子通过，对不对？包租代管、啊、然后这只是做衔接了，以后要改变，这个效率不彰。我觉得提出说明了，好不好？先不是、啊，这是一个，就是说连续几个案都是这样的现象，真的爱检讨。对啊，提出冻结再说明嘛，好不好？好，那我们冻结200万元的好不好？冻结500万呢、啊？陈昌明委员1500万呢、欸？对啊，对啊，他冻结1500万，3000冻一那个，因为我们今天的冻结大概都没有超过10%比较多了，一般就300万冻结1/10，好不好？十分之一，好，然后要转怕的是我们现在冻结这样，然后最后预算没有执行的是好几千万没有执行，有可能啊，嗯，然后要提书面报告是不是？好，专案报告，那提专案报告，好，使得动之，再来第6案。哦，对，第七、第五、第六都一样哈，就冻结200、300嘛哈。那第七案，第七案就是所有的租金补贴，哈、哦，这个部分呢、啊，哈、哦，大概是46亿多哈、哦，这个部分，啊、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照陈其迈委员的提案冻结500万，然后提出专案报告后时的通知？然后第八案，哦、第八案就新市镇基金的了啊、哦，这个部分。现在目前大概新市镇就是还是在相关的就是只有林口，然后淡海跟那个高雄大概这样。那这个是需要继续哈、啊、再配合整个的，比如说尤其是那个淡海跟林口哈 跟高雄哈 都有第一期的这个示范区的开发哈，那后续还有一些相关的。那这样我们就是一样冻结500万，然后提出那个专案报告后时的动词。包主席，是不是让我补充一下哈？跟主席跟各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是我们认列的一个成本哈。那这个是在执行上面，就是我们今年已经卖出去的土地，我们卖了14亿，那我们收回来钱是18亿了，这已经执行完了。那因为账目上的关系，今年处分掉的土地，以后在明年就是106年的时候，把这个账把它归列为正确，所以就是说有一个成本，然后有一个收入啊。这个是在今年已经执行完成的土地的一个处分的事项。那单纯现在就是说在会计账上面把它重新把它。所以你如果处理反而会有问题，这样对对对，只有账面的一个。那我们这一案照列了哈，是第八案照列，同意，是谢谢。好，在第九案是那第九案的一个执行比较落后的状况，再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这里头编了一百万了哈，那这里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行政的业务推动，包括各项的这个审查，我们有一个公开登报等等这样一个费用的一个支出了哈。然后我们在新市镇开发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我们手上的一些土地，那给一些公用政府机关或这些公用单位要有拨用或是让售等等，所以我们会编的一部分呢叫做这个土地估价的费用呢，所以总价是100万了哈。那因为这个土地估价这部分的执行是有需要才会执行，但是我们是备而不用，那因此我们在遵节这个开支的情况之下，所以执行率会稍微比较低。那委员说如果支持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建议说不要减列。那如果委员觉得需要减列30万的话，我们觉得也可以在执行上，我们也可以来克服这个困难。以上补充。我来拜托他写错了，写错了。要不然我们这样了，我们只会减列10万元了，好不好？好，是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对啊，就凑整数这样子。然后第十案，
从第十案开始是都更的基金呐、啊，啊，都更的基金。那基本上十案是都更的这个行销跟业务了哈、啊，这个部分啊、这个因为啊、这个部分哈、啊，我们现有的都市更新组其实都是用任务编组哈、啊，调其他的组的人力进来，那其实也不大够，所以我们啊、也用。啊，这样这一笔的经费哈、啊，大概是啊，能够啊有一些外包的人力哈、啊，来帮忙啊。所以说没有这些外包能力的话，其实这都更了哈、啊、相关的啊这个哈、啊、的有一些相关的案件哈、啊，那是没办法推动了，所以请我也帮忙一下，哎、欸，这个部分大家。那这样我们是在照列这个案子，好，好，谢谢第十一案。好，跟委员报告十一案都一样的是也是一样的，也是外包人力的。那这样我们就。照例了哈，是，然后再来是十二案，十二案的部分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里所列的2亿4500万元，事实上不是做安家雇员的部分，而是我们做了第一项是补助民众自主更新的补助，那第二项是补助地方政府他们要办公办都更的时候做先期规划的补助，那第三项是我们做也是补助地方政府去做那个有关。都市更新以及都市计划公共设施通盘检讨的补助，那这项其实并不是在做安家雇员，所以是不是也请委员可以不要散列？好，那这样的话，那个我们就照列了哈。那第十三案的部分跟十二是一样的，十二十三哈，十四。十四十五是，哎，十四十五也含在十二十三里面的一项，公共设施。所以总共的经费是2亿4500万。在里面，但是这两个讲的是比较细一点。那我们是不是那个，譬如冻结2000万元，然后专案报告后是的冻结？这个不要冻结，因为公共设施保留地现在是补助22个县市哈。积极在检讨哈，因为少子化或者是很长久这个民怨哈，没有跟人家征收的公共设施哈，是不是该减就减了、啊？那这个部分哈，我想这个有必要了哈。那我们是也是奉行政院就是准说，是不是编在这里的？因为其他的经费，所以这个是要给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对，就是要对检讨不必要的，就把它这个 OK、这个减编掉了啊，那就还地移民了。那这样我们就好。照列了哈，十四十五是这样。那再来是永续，就是国土永续发展基金，这个就是配合国土计划法的实施，我们预计从明年起哈，看看可不可以成立这个国土基金呐、啊。那就是明年哈，先啊编这样相关的经费进入这个国土基金了、啊、哈。那这个部分啊，是不是还是请委员哈，这个予以协助哈？是不是跟委员补充报告？因为这个案是这个9000万是要补助18个县市，我们平均一个县市先给占框500万，来做县市的国土计划。那其实他还要配合全国国土计划，先大的框架出来，全国国土计划出来以后，县市才能够去做。那我们全国国土计划其实是部长要求我们提早，我们会在本来是107年5月，我们在103年3月，就明年的3月初草案就要出来。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来召开会议，请县市政府务必配合，也提早作业。这个钱是要给县市政府做规划，我们请他先期的规划作业，可能要刚刚好几位委员都提到要跟民众跟社会互动，这个计划出来才有办法去进行实质的互动。我们建议是不是不要简略，也可以让我们早点去启动办理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那我们就照列了哈。那最后主决议的部分你们有看了吗？第二个案主决议。这个部分我们是建议，因为刚刚前一个阶段就有提到国土法后续要加强跟社会的互动，那也冻结要我们去做报告，是不是就是配合前面的这个决议？因为他要我们每季到内政委员会来报告，其实前一个是说报告以后就解冻了啦，前面是报告解冻，所以是不是那个是解冻？是，其实。是建议不要每季报告，就是回到原来那个，因为现在只能是基金，可是。原来公务预算其实同一件事情，要我们做国土计划后续的计划的执行的进度控管，更加加强各社会的。要不然这样子了，要我们是这个部分建议，就是原来的那个公务预算那个决议，这样子了，每计划掉了，每季书面报告了，好不好？不用了，你就每计划掉就可以了。哎，每计划掉，就是像我们报告你们的监督结果就好了，对不对？谢谢。好，来请姚文志委员。
哎，主席，对不起啊，因为刚刚讨论比较快一点的哈，这基本上对都更基金，我想营建署他们都知道我的立场了哈。那我只希望说你们，啊，你们真的是这个集中火力哈，那加强资源，那能够真的有效率的哈，带起这个都更的动能啊，这当然是我其实一直觉得啊，那这也是你们的责任哈。那但是啊，这个第十五案啊。第十五案是陈其迈跟余婉如委员所提了哈，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监察院呢，啊，在2013年纠正你们了，好，啊，纠正，这当然不是现在的政府哈，啊，这是这个之前的，啊，这署长当然还是一样了，也就是说你公共设施保留地的这些东西，你怎么会拿都更的钱，啊，来处理公共设施保留地，那这跟都更的这个基金的框定跟它的使用用途并不一样，这怎么办？这署长要不要说明一下？嗨嗨，请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我们刚刚讲那个，我们现在补助那个地方政府去做那个公办都更的时候啊，他们的先期规划其实很大一块是要去调整现在的都市计划，可能现在的都市计划并不符合那个现在的需要，所以在都更的先期规划可能也要顺便去办理都市计划的一个检讨。那第二点就是说，为了我们为了把这个都计划的通盘检讨这个补助项目也纳入都更的基金，我们在103年的9月16号，我们有把那个都市更新基金收支管理保管的运用办法第四条，把那个有关那个都计划通盘检讨的这个项目哈，把它列在都市更新的基金的用途之一啦。好，哦，这个我们大概做以上两点补充报告。哎，请徐委员。主席好哈，请问一下，刚才林立产委员他有提一个那个都更的那个要冻结的部分嘛哈？那后来我们主席才是说冻结到后面来，是冻结到都更基金里面来吗？是这样吗？所以是不是林立产那个案子是不是要冻结都更基金这个部分？因为刚才主席有答应嘛，嘿。这个部分是你们觉得在冻结上面可以冻结，但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的。冻结在基金的。第一轮就要冻结十案了。徐委员报告哈，第十案有冻结200万，那就在那里好不好？好。对，好，是中央都跟对啊，跟基金们就哈，慢点，主席就不要减列200万，用冻结200万，这样好不好？或者是说，这没有啦，这个第十案是减列537000，嘿，然后再冻结，那可能再冻结200万，再冻结200万。好吧，要么就这样子啦。好，对了，第十案里面，好，那主席不好意思，刚刚十五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对，这个拍谁拍谁？十五案最后决议，刚刚就是刚才决议是暂立，要看你们现在觉得怎么样这样。啊，就刚刚那样讲哈，这个就是你杜阿杜阿奇处长回是刚刚是谁回答？是你回答？都更组的组长。都更组的回答。没有啊，人家监察院纠正你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名实不符嘛，你俩在跟李安一屌啊？不是这个我在跟要很说明啊。因为这个监察院既然这样子，我们当时的那李前部长啊，李永远前部长啊，特别到监察院去了啊，说明啊。那后来就是，决定从103年开始启动嘛。那启动以后，这整个的经费是经过行政院决定说，那就在都更基金里面。啊的来适当的处理，那怎么为什么要在都更基金的适当处理呢？就是刚才我们都市更新组的王组长说的，因为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公共设施保留地一旦解编的话，啊，如果说一定是很有必要，因为它已经留在那么久了，是不是来结合都更来一并办？因为哈，比如说像新庄啦，哈，有几个那个文中用地的那样子的话，新庄区啊，为什么等等，这样子的话，用都更的话来一并办理，可能会顺便的要解决啊这个相关的哈那一个地区的发展，
所以后来是院里面也觉得说啊，这样子整个讨论以后，行政院是就在那个103年，是李部长时代的，对，李部长还在的时候，对，一检的学生，哎，对对对，那真的决定啊，行政院的话那个核定了。好啦，阿丽娜，你如果说那个那块地刚好有在都更的作业，那当然我们就认了，对，但是你这个被纠正显然不是嘛，显然不是所有地都有这个都更的问题嘛。对的，基本上当然这样。所以我刚刚这个余委，因为这是那个余婉如委员注意到的啊。对啊，第二个我们法制中心也有提起啦。我是觉得哈，你现在都更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嘛，你都更还是需要很多的基金啊。那因为过去很多的推动跟执行效率其实都没有到，没有说火力全开啦，所以你其实有存的钱，你可以做别的代志啦。哦，那我是觉得啦，哈，你们这个应该要找一个这个名实相符啦，也符合我们这个，好，你那个收支保管办法里面呢，其实定得很清楚嘛。你北塞公行政一亏结会有该税啊，更何况你这个已经是前朝的行政院啦，好，主席委，我觉得我们酌删这个案哦，这个案它本来是说半数删除啦，不要啦，哈。就冻结个600万好了啦，好不好？各位，好，都现在都已经是那个补助，地方政府都已经经费都核定了，几乎都分定了的，都是县市政府的爱这钱呢，你敢偷一下？因为那些公保地不多了，真的不多。那刚才姚委员说的，那我们再来适当的检讨了，因为四年哈，这个将近也要将近我们。补助了2.2亿，说真的，这个额度要吃到业务费真的是有点很难的、啊，好不好？好吧，那个100万了，就删哦、嗯，不要删了。这个我说这种最好了，动100万。你那个余数都已经分配给我，敢你保证你那余数10%以上了？分配哦，都我顶种这不可能，全部都已经分配好。真的吗？分配好，真正给你补助。啊，无给哦，变动100万就算了。好，那请重视这些声音，那我们就照例了哈，你的意思。好，那我们刚才有一些调整哈，那个包租代管的第五案，因为有怕说基金，因为它到最后的那个时间比较晚，所以我们就改成书面报告哈来动支。然后呢，那个林立昌委员的案子，我们把它冻结在第13案，好，就冻结500万，然后那个专案报告后使得动支。那所以在第10案原本减列537000，然后再冻结200的，冻结200就不用冻结。这个不是照例吗？专案报告啊，专案报告啊。书面报告是指的是哪一个啊？第五案，那个是前面。那个是别的，第五案跟那个没有关系的。对啊，冻结10跟11原来是照例。10跟11是照例，是不是？好，那我们10跟11就继续照例这样。13冻结500，必须提专案报告时的动支，然后第5案改成书面报告后时的动支。好 ，OK。好，各位委员哈。那个营建署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营建建设基金、国土永续发展基金处理完毕，拟具审查报告，函复财政委员会。然后我们讨论事项第6案及第7案，有内政部近3年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共3件，内政部近3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会诊表共3件。第6案及第7案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均予备查，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好，我们散会。